我们先好，我们会议开始哈啊、谢谢大家。开始啊、我们要先处理金委员的，刚才有答应他啊，主委来嘛哈。高金委员的来，那个还有那个来，这一张在这里。哎、欸，爱印不？因为你们都各党团队签了，就照各党团签名这样。好，好，那就通过。好。那这个就照各党团联合的提案通过，好 ，OK， 好。那院长，我们是不是也请原民会的主委进来了，请他说明一下好不好？哈，短暂讲一下，好，谢谢。简单扼要说明一下。好，时间也等你好了。谢谢院长和各位特别报告，这个主决议我们原民会会全力来跟我们各部会。针对原住民族的纾困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合作，来解决那民纾困的需求。好，这个我们高金委员还有政务委员都很关心哈、哦，他们都出很多的力，谢谢。好，谢谢各党团，谢谢。好，安静啊。你要回家了，下课了。我们在林森，我们在那受苦已经回家了。没关系，你赶快去了。人家没关系的，男朋友在外面等你，赶快去。上街找我来。来，这第206，就是有冻结案。来，203了。好。203，建议免予删减，因为我们工研院在研发这个东西啊，还要继续研发，针对这个病毒未来会有变种，而且呢，它的药剂的形式也会不一样。那这个对于我们防疫非常需要，而且这个筛剂真的是我们国家防疫的战略物资啊，所以建议免予删减。那个院长啊，这案子是我提的哈，来，是我提的哈，我在这里问了王美华部长。他跟我讲，我们这次以纾困为主，那个振兴的先不谈，这个是振兴的。啊，防疫，防疫，防疫的，防疫的。听我讲了哈，啊，上一次我问了卫福部，上一次他们花了一二，根本都不用，人家卫福部不要采用你的，你没有卫福部。挑你的，你为什么要做第二期呢？对，要冻结。鲍委员，第一次研究的成果哈，我们已经达到这个。听鲍委员，鲍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已经跟日本、跟马来西亚都在询问，已经在申请他们的医材证了。是。卫福部部分已经给我们医材证，而且目前因为很多企业快筛，卫福部也正在研究怎么使用，所以它是速度没有委员期待的那么快，我们会继续努力。我问了部长，问了次长，就是你们上一次开发了，我们全部都给你钱了，一二，结果他们都不用。所以我才说你这次帮你给我删一点嘛，就这样子。不用是不用啊。那他讲就是进度慢而已嘛，进度慢不用啊。啊，对啊，不是啦。要用了、啊，现在全面企业快筛就要开始用，设计快筛就要用了。快筛已经有十几种，外面有十几种了，连有口水的，有呼吸都可以快筛啊，这个。没有，哎呀哈。这不是振兴的啦，哈、哦，这个纾困的，防疫的，而且工业是国家的实验室吧，他们认真在做，你写个主意叫你加快的，好不好？啊，好、啊，这让台湾没意思啊，啊，你这样子了哈、哦，那你写个进度给我，啊，你什么时候做那个卫福部正式用你的？到现在为止，卫福部还跟我查询了，卫福部下一届我检委做法哈，小姐报告呢，好不好？啊，一下来先报告了，好了，就这样子吧。好，院长，哎，我想这个部分哈，我也是持续有在追了哈。那工研院在上次就是2亿做那个 PCR 的仪器哈，那问了之后就是仪器都是外，就是卖，就是卖给。国外或者是哪些单位，就是国内就是没有在用。好、哦，那中研院的一些研发的快筛，卫福部这边 CDC 也没有在用，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未来我们立法院通过的这些相关的研发的这些经费预算，一定要确认是不是有用在国内。好、哦，那现在这个预算其实。
之前的真的是没有用在国内了，完全没有用了，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确是要还没完成的，必须完成的。妈的，共鸣，我比你了解，我比你了解，老哥，这个都。但是，我已经不做那个。但是现在没有用，到底是工研院的问题，还是卫福部的问题？其实还是要请他们当面说清楚，为什么卫福部都不知道工研院在做什么？哈，之前我问的是这样的情况。我问的情况是卫福部认为他可能还没有 mature 了，其实还没有到成熟了，你们一定要这批预算可以，但是这是写两个报告，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什么时候可以让国内用？不，你讲你能卖到那，你卖到那里，到台湾来用啊？你不到台湾用？所以一定要带过来，一定要用嘛。然后你啊，他现在做的只有外销，国内没有用过，批下来没用，哎，都没用。好了，那就这样。好。那建议报告，那这个案就没报告就一个。不过如果要做快筛，我是建议也不一定要做，因为国外已经，或者是国内已经都有蛮多厂商都有在量产了，而且都在申请了。所以如果工研院在现在还要再做快筛，我是觉得不是很建议啦。哎，国内有在做，完全是不一样了。好，那。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快筛他们也是用，比如说用免疫的，或者是用核酸检测都有啦，并不是现在有十几家了，国内已经有十几家，卫福部已经合作的、每一家基本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去国家投资一定是他会有做。而且中研院也有研发，已经都有专利了，而且已经都有这个技转了嘛，所以这个部分工研院如果还要做，这陈太晚了。陈委员讲得很好了，工研院这个我跟老哥讲啊，这个我研究得非常透彻了，到现在为止已经花了医药都不用了啊，因为他们做的是口水的，就能够把它快筛了口水了哈、香港的口水的那个哈、在地下那个什么八达通那里都可以买得到了啊，我们现在才在开发了。啊，市面上民间已经都有很多在做的啦，有一点以民争利的，老实讲是安尼啦。哦，那是以民争利。那委员，这民间没有做工研院做的这一种，工研院做的是分子快筛啦。不过我跟委员报告，你们做同一个、我们会加强来研发加速，然后呢，在委员要求的写报告，我们来跟委员报告。报告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公开，我们也会供应国内的，会来促进国研院哦。因为你可以写个报告，你讲那个卫福部现在许可的就是分子核酸的快筛、啊，是，就我们跟他已经有了，并不是没有。是，但是我们希望国内有自己的产能呐、啊，国内有自己的产能。好，安利是不是我们讨论告一段落？好，那这个写报告。那这个改为主决议是不是？对的。好，改为主决议。是。好，他提书面报告，然后，252同样的处理，对不对？203跟252案同样，好，同一个案，同一个内容啊，同案处理哈。好。全部两个案子都改为主决议。好。两个案都改为主决议，然后都提书面报告。好，那文字我们再跟委员这边讨论。现在改出来，请他们。好了，你们现在等一下就把那个主决议哦改出来。是，啊、才有办法这样来确认了、啊。好，赶快改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哈、哦。是。好，来，请看204案。204案建请不要冻结，那改主决议。204、205的。赶快改、啊。院长，这个是改主决议。改主决议可以啦，但是这个文字不需要变成建请，因为这个是你本来不是这个是你本来去年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申请须知里面就这样写，三年内有违反环保劳工食安，而且要情节重大，那不知道为什么你今年把它删除啊，对不对？那你本来就是应该要，就是说过去也是这样做，而且这个恐怕是这个防疫条例的这个附带决议耶，是，对啊，所以你去年是这样的规定，那你今年把这一条给删除了，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你这样很奇怪嘛。那可以同意说不要冻结，但是改主决议。好，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要遵守这个规定啊。好，那个改主决议，等一下主决议，希望好，先来，来来，好，我们有文字，好，那这个。有文字，那这个主决议就是照这样通过，这样好不好？照这个主决议通过。OK。好，204案主决议、我没有拿到那个文字，邱伟这边。
他说没有拿到文字。来看205案。205案建请不要删减啊。那在这个二零，你是技术处处长还是经济部处长啊？这个经济部一这个文字的院长不好意思，那204他的文字我们不要建请啊，我们就是要他这样做，不然就保留啊。啊，他没有建请，他用请。就是不要请啊，不要请，对啊，他就要求他要照办嘛，他有什么理由不能照办？对啊，这有什么理由？报告委员啊，他因为三年的要求太严格，我们就是希望纾困。那你要幾年，如果三年，我们是不是？你一个纾困呢、啊，老是用这方式说你强调劳工环保，你还有情节重大纾困嘛？你他还有情节重大，情节重大是让你自己去认定啊。把补助啊，如果说你们说三年太严格，那你去年为什么要认定？对啊，一年没有，去年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上面这边有写啊，你去年的这个有没有？你这个经济部办理制造业及技术服务业这个须知里面，你就是这样写啊。不过鲍委员，这个商业服务业太广泛了，很多是小店家。他们很容易就抵触一些小法。那小店家有何说？哈，到了情节重大，被你认定为不得申请。如果是情节重大，已经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你还要给他吗？对啊，鲍委员，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补助期间呢、啊？补助期间不是申请资格，补助时间是一年补助的时阵，一没当老用。我要的是说，你这个申请的资格的时候啊，上次苏坤就讲过了，你还是老是在提这个问题。我是不是看不出来这到底有什么自爱难行？好，那204保留哈。这苏坤，204就保留。205，然后我提一下这种案子啊。啊，他编的，我提的案子啊。他业费变了2亿多、哦、行政作业跟审查经费就变了1亿了，啊，这个行政都是编制内的人，为什么要行政费用呢？他本来就领薪水的、啊，你为什么还要行政费用？所以我很客气，你1亿我可以砍个200万，阿内，哦，按理说你为什么自己的人你再给他额外的奖金还怎么样？纾困大家这么辛苦了，还给他奖金，好意思吗？不是，这是委外办理啊。没有委外更有砍的空间了，委外不用委外那么多了。为什么就有砍空间？当然有。你委外总要给他钱吧？他本来就报多一点，让你砍一点嘛。哦、啊，我就砍200万而已啊。钱用也不高了。好了，我这委外可以砍一点了。不是砍100了，砍100了，就这样子。好，砍100，好，砍100。205案。大家请啊，怎么样？那请问那个科目自行调整，科目好，可以简列100，自行调整科目自调。好，2005，请看206案，206案建请免予冻结及不必提出书面报告。没有，那个206案已经是请了，为什么还要特别改建请嘞？就不用改建请了吧？对啊，然后张委员是说有跟部会沟通过，他可同意改主决议了，所以就是那个建请不要，其他修正都同意。好，206改为主决议，是，那是不是可以不用提书面？啊，建请的建拿掉，好，是还给柯建铭。其他修正，啊、好，其他修正都同意啊，那只有建请不要加。完璧归赵啊。那个需要提书面报告再通知吗？好吧，是不是要删除吧？不用啊，刚刚就是说，就是照他们修正，只有建请的部分不要在那边加了，已经写请的嘛。好 ，OK， 可以。好，那206就这样处理哦。好，207，我修正了。207的建请不要冻结。那个建拿掉了，柯建铭的建拿掉了，就这样。不要请。因为你这个也是去年的规定，今年又把它拿掉，那要求说补这个你在补助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劳工杀头，这个到底有什么问题？报告委员、啊，我们是真的希望保留企业不要变成关店潮了。如果说他一个劳工都不能，那你就那会变成看得到吃不到。那我又要求你说你给劳工的让劳工领，你又不愿意啊，你又说这个是劳动部管的。对啊，你别当安那样，我觉得经济部会让给劳工的一定会给劳工嘛，那都有切结的。好，那柯总，如果你这样支持的话，你就应该挺我啊！我现在就是给劳工的，要让劳工领，他反对，他说那是劳动部管的，他只管企业，这都是唔丢嘛。经济部怎么会这样子？会给劳工嘛？对啊，所以市长你同意吗？给劳工的部分就让劳工给企业给企业啊，这里要给企业就是给企业嘛，停业劳动部才给劳工嘛。如果是中央命令停业的部分该给劳工，你是5万块里面有4万块是劳工的钱嘛，结果他要求是说雇主也要帮他领，
领完之后再给劳工哈4万块，然后他自己10000块，这不对啊，因为他不会去申请。那我现在跟你讲说，他不会申请，因为他为什么要去申请？他如果不去申请的时候，劳工没有办法自己申请、啊。这有钱人天然不会申请，因为劳那是劳工的钱，不是雇主的钱。所以你给劳工钱，就是让劳工自己去申请。这是要劳工，他是要保证这个公司不会关门。是啊，因为你公司关门了以后，你给这个刚刚讲你给这个劳工的部分，是刚刚讲是在停业的状况了、啊。我觉得他的机制，他就是用切，因为他的机制很怪嘛。来处理啊。对啊，所以就是说，你去年的时候，你的主张也是一样嘛。企业是让你给劳工嘛，这个真的真的。那有一个企业可以有钱可以领不去领呢、啊？今年的情况比较严重、啊。我就跟你讲嘛，因为你不了解，因为伊的制度设计就是5万块内底，那个雇主刚才有10000块，那10000块是要有劳工的嘛？那他工那不是钱，那他已经歇业的情况之下，那为什么不设计一个让劳工可以领、可以去申请就好了？因为你这样的目的只是把你的钱，公务员把钱撒出去而已嘛，就是你方便你、啊。当你那个劳工不方便啊，会有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话，那企业活不下去，就他领到这个钱了。过两天这个企业倒了，企业有来啊，企业有给企业的啊。那现在是针对劳工的部分，他也让雇主去领一万嘛。现在是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好，那这一题的状况就是说，去年的状况也是这样。对，去年就我真的不懂说看得到吃不到了。不是啊，你现在不是这一波疫情比去年更严重，对我国的劳工冲击更大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反而说那个企业领到之后，你把去年这一条删除了。阿莲姆吉，阿莲姆吉就奇怪吗？对啊，你不能讲说你经济部你只是办企业而已，然后你都不管劳工了，这怎么是这样的说法呢？不是意见不同。如果照时代力量，2007就保留，请大家看2082，看2008。院长不可以这样动不动就保留啦，因为这个如果真的是在照顾劳工，这个很多办法，这个也讨论过好几次。大家可能都想照顾劳工，那不然的话你就加一个说哪里实行困难，他要具体的讲清楚啊。你可不可以加一个说？他只是说劳工，他只是说钱一定要给这个雇主，让雇主再发给劳工，那就直接给劳工就好了，这个也没有什么自爱难行的地方啊。没有啦，他这个显示那个邱委员他的要求是说要把去年的要求企业不可以裁员跟资遣员工这个放进去嘛，对不对？啊，是啊。那你怕就是说，你怕就是说都不可以裁任何一个人，要求可能太过严格，那是不是可以加一个说不得有不当裁员资遣员工之情事这样？你只要比照你去年的标准就好了嘛，你去年就是这样定啊，今年的情况更严重啊，那反而怎么会是说他怕他领了钱以后又裁员又资遣员工嘛？你应该拉一个界限，而不是说直接把去年那个弄掉啊。主席长，你有什么方法？就局长没有方法。什么文？就是劳动部可以文字修正一下啦，经济部可以修正一下，怎么动不动就保留？这样不可以啊。我们是建议哦，毛主席好建议啊，整体效率哦，这一题的先暂停一点了哦，啊，你去经济部整理一下，把那个意思把它整理的他符合他的意思，安利了，就这样子好不好？啦，这一题暂停了，这经济部去找一个文字修正的版本出来啦，叫他弄一个文字版本修出，经济部那个版本的，如果他在讲话才对，我们就没有交集了嘛。像拄只迄状况，那明明都有一个情节重大的条款，迄机关的权限都大，他就要把它拿掉，对不对？这真的很莫名其妙啊！到情节重大哦，然后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你还要给他补助，这不得已。今年的情况特殊，你们又要从宽，又要从简，又要从速。一个纾困钱什么都给他要求到。减一个。过去的情节重大被划过了嘛？他已经被划过了，你现在古尼就是安尼啊嘛？他情节重大已经被划过了，先保留了，保留了，好不好？保留了，好不好？或者是先保留，先保留，回头再讨论了。好，无限上纲的，哎，好。请看2008。2008，我们建议最后一段文字修正，把延拟改成延役，然后并于一个月内以后的文字都删除。啊，延拟跟延役赶快！延拟跟延役是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们赶快呢？差异在哪？有没有你们要改的文字有没有出来？有。讲了，才改一个字啊，通过啦，就不要讲改了啦。来，先保留好吧，我们往下走了。
好，那个也要保留。不用保留了啦，严拟干嘛改成严拟呀？对啊，为什么严拟改严拟？我们这就过去，这个是就通过了啦。请的建连进到红生汉堡，就觉得实在是这是什么文字狱啊？这个是要求他说哈，这个是说叫他去严拟这样的一个纾困业者的资料，这个不同意啊。那个病于一个月内，那个就把它删除好不好？那这个同意删除啊？问题是你前面干嘛要改？哦，那前面我们不用改了，那删除就把一个月拿掉，然后就这样就好了，其他不要动了。好，那二零八那个延议就改回延就不动，延你不动啦，延你出来没盖的对了哈，只把一个月内四个字拿掉，好，被一个月那个划掉，好，哦，那书面报告也删除，我们就这一张改为延议那个议拿掉，啊，就这样，没有了。连你啊，不要动啦，那边没有动，就一拿掉啊，就恢复原理啊。对，那原理没有改了，一个月内后面的文字也都删除啊，只有解决前述政策输入之状况，据点到那边结束。对啊，就你改的这个吗？好，二零八就修正通过哦。好，二零九。209这个部分不知道为什么要改成延役，因为去年也有做过这个外送补贴。对啊，那到底是为什么？妥善规划，很客气的啦。那个处长啊，你都没跟起啊啦。不是，经济部你们在改的时候，应该跟提案人沟通一下。对啊，跟你没有沟通，自己改。因为我们这一次啊，补助是这个一般性的商家，没有针对外送去补助啦。那就是叫你要补助嘛。外送也有生意。外送是这个期啊。去年有啊。就是今年外送的生意真的很好嘞。这你不要补助做啦。去年跟今年的状况，那你现在纾困，那我就叫你讲一个理由出来啊，对不对？因为事实上啊，比较需要的不是外送啊。是一般的商家，他们这个受到冲击比较大。你不要去补这个做的很好，要利用。他在补助商家了，别辛苦的店民了。好，来，应该是说，等一下，次长，这个你看清楚好吗？这个是在补这个店家的佣金啊。不是啦，不讲一定帮店家嘛，就把咱直接包店家的佣金啊。现在意思是说，店家都那关门，不能在里面吃，只能外送，所以要补助餐厅外送的钱。钱啊，那就符合你讲的啊。不是外送业者啦，不是无喷打的，完全符合你讲的伤害这店家的部分啊。嗯，店家啦，店家。店家啦，那店家已经很辛苦了嘛，就像他现在讲的，那是不是可以补助店家这一个餐饮业者，因为餐饮业者非常惨啊，业绩不到一半啊，因为现在状况是说，因为国家的政策让他现在没办法内用嘛，那他就只能外送嘛。我们对病余以后删除就好了。好啊，好，那是不是可以删除病余一个月内等等后面的文字，到所需之成本据点？你要有一个期间的话，那你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期间啊？不然你这样也是遥遥无期。不是，因为你一个月有困难，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叫你规划你的相对应的措施嘛，对不对？你没有一个月，人家封城都封完了啦。三级都结束了，你还补助个屁呀、啊？不都是。是我们你们经济部刚才在改的时候都没有跟提案人沟通一下是吧？没有，我完全不知道他改。好，那我们现在经济部就留到后面了。这经济部的部分留到后面，你们有改的跟提案人稍微沟通一下吧。有啊，有沟通啊，但是这委员不接受啊。2009我从来没看过这个啊。先从来没看过、這個。每个案都人家。有沟没有通，按每个按那边啊信。这样。也没有沟通，没有共识就保留，先保留嘛。对啊，那里留到后面了。对、啊，经济部留到后面，你们都去沟通，沟通好了以后等一下。没有，你现在到底在补助什么东西啊？
餐饮业者，餐饮业者。因为我们现在讲他讲的不是这个店家了，他明明讲的就是店家的外送费用哪里啦？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费用要给人家嘛，他的，啊，你最终还是被Foodpanda那个Uber Eats赚去啊。对，但是店家现在都已经很困难了。到啊，但是最后还是被赚的还是那些。不是，问题是说他现在完全不能够内用，他现在只能外送，是跟他原本的营业额落差很大。他只是想一个让你帮他补助。就但是受冲击的受冲击的不是只有餐饮业啊，那你刚才就已经讲说受冲击也是店家，是啊，所以现在就是在跟你讲说在补助这个，那你这一次的补助的对象里面有没有包括这个受影响的餐饮？你不要说台湾现在餐饮业没有受到影响，你刚刚在讲吗？餐饮业有啊，也在补助范围内啊。那但餐饮业影响真的比较严重，人家现在在跟你讲说，这个餐饮业真的是这次的重灾区啊。所以那个并于一个月内以后，这个删除我们就接受了。好，经济部通过了。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经济部全保了？不然你，啊你无法多进多啊。都有答案的啊。为什么保？一起把答案弄过。市长，不然写尽速好不好？哦，尽速可以啊。哦，因为你这个规划不会太难呐。好，那我们就尽速。好了 ，OK。改尽速可以了哦。哦，可以。等一下，那我们那个要用我们本来的文字哦。什么？这妥善规划，这没有。就是全部都用他的文字，只是把一个月内改成尽速。于一个月内改成尽速。可以，可以，那我们配合办理。好，再来。好，210我们尽到办理。209那个。好，209那就修正通过哈。是。那210遵照办理，好，通过。那211遵照办理，好，两周划掉了，修正那个两周内划掉，对，好，修正通过是，好，修正通过。212照文字修正了。修正通过，建议改为要求经济部就受疫情影响之严议订定水电费减免。好了 ，OK。好，修正通过。213建议修正严议停止夏季电费计价方式。Okay, 这个修正通过。Okay, 好，也是修正通过嘛？哦，是。214建议加几个字，在建请经济部后面加上会同教育部。没有建请啊。原来就写建请了，那他说要改成建请。好了好了，不是，我说会同教育部，因为同专业者还有教育部。经济部会同什么？教育部。好了好了，好，那就修正通过，是215配合办理，215照案通过。216建议在这个要求经济部后面加上延议，将6、7、8月份的减免。好了，好，216就修正通过，是。217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18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19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20建议改成延议暂停实施在倒数第四行。好 ，OK， 那就修正通过。好，来221。21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OK， 21通过，好，谢谢。好，22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3建议修正在倒数第二行，要求经济部延议夏季民生住。前面一样啊。哎，我们空调可以开大一点啊，很闷呢。好。好。23修正通过。24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5建议修正文字，在倒数第三行，国营事业单位应延议全面改成延议。啊，都是一样的。那就修正通过。来，226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7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8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9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30建议修正文字，请经济部于两个月改成4个月内，这个跟陈委员沟通过。好，后面的文字，就改两字，那就修正通过。书面报告要不要？书面报告也建议删除了。
来，好，原报。那二三一，邓主任，原报告应该就是是怎样？就是大家都是全部可以了，没有没关系了，但到底，到底哪时候会评估出来？特别要求进来，这样，四个月嘞，要书面报告了，要书面报告。夏季电价，因为我们这一次纾困预算没有编电费，还在那个台。夏季电价怎样？后面还有一个。我们因为我们每个单都被改成叫延役嘛，但问题是到底哪时候会延役出来啊？我们会，因为这个真的大家蛮关心的、啊。冬季的时候就有。夏季电价有很多案子。夏季电价这个事情，大家真的很关心。没关系，我们那先十一个案子都被改成延役，那到底是要延役到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吗？我们尽快啊，因为哎呀，这个尽快已经延役好久了，没有编到纾困预算里面去了，所以必须要台电吸收，他要算一下。那只要说个时间点啊，让我们心里有个谱啊，要用怎么样回应民众呢？对啊，你总是要给我们一个时间啊，我们一个月好不好？一个月，一个月他会回溯，他会回溯到什么时候？就是六月嘛，六月开始。好，所以就会回溯到六月开始。我们去研议一下，对对对，我们研议，因为夏日电价就是六月开始嘛，所以一定是从回溯六月一号开始。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快，尽快了。如果可以在六月底之前，我觉得比较好了。我还要再研议一个月的话，我觉得是有点太久了。我们嗯。好，那一天就算出来了。好，那个经济部的意见怎么样？二三一是不是？对，二三一我们觉得有困难的，这个租金补贴这个我们建议保留啊。好，好保留。二三一保留。哎，市长刚刚说明一下哪里困难啊？二三零的部分要有一个书面报告哈。好的，要有一个书面报告。二三一这个部分，租金现在是非常多，尤其是餐饮这些服务或者是运动产业，大家的困难嘛。那这个部分就是非常，在这一波疫情就是受创最严重的。那经济部这边你要去具体研议，那到底实施有什么困难，你还是要回应啊。这个里面写哈，疫情指挥中指定停业场所行业。要全额补助了，按照这个原则嘛，因为他现在是对，上面有写啊，我上面有写说，按照这样要求经济部按照这个原则来进行。原则你写这种名字叫全额补助什么原则？因为他现在的标准是什么？他现在标准是用员工人数给予一次性补助，对，那这个标准是很有问题的嘛？因为你什么叫做员工给人数给予一定一次一样的问题嘛？你老是要不是坚持你讲的？不是，我现在就是讲给你听说，因为这个餐饮业有很多十次以上了吧，都不是专职的人员呐、啊，这是台湾现在的实况、啊。那有一个条件，我们得预算可以这样子，然后要求全额补助的租金大的一个部分啊。大家搞就好了。你全额补助，你经济部嘛是会使，公立会使补助偌济嘛？我跟你讲啊，这边坦白讲，餐饮业的类型很多。有些就一般的餐厅，可这两天我们碰到很多这种婚宴业者的餐厅，那个、光一个月的租金就几百万、啊，对，那个是大的吗？对，那个是全额补助啊。我这边有写啊，如果是说这个影响的营业场所给予一定程数的租金，没有，你第一条写的全额，那个是被补贴，那个是被勒令停业的状况、啊。现在餐厅都不行啊，没有，有的状况是还可以外带的状况嘛。我跟你讲，这是婚宴的这种，不行，你不能全额补。我看这个案哦，多少也是可以谈啊。意见不一致啦，就暂时保留，请看232。二三二，我们建议文字修正，倒数第二行，中小非中小企业改成2亿元，中小企业改成0.5亿元，这个跟费委员沟通过了。好、啊、，OK。好，那就修正通过。是。好，233。二三三，遵照办理。233，通过。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34，通过。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35文字修正，有提文字出来，我们改成建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划纳入使用，这个部分有跟吕委员沟通过了。沟通过。好，修正通过。那就修正通过。是。好。236，二三六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37。237委员同意修正，有跟李委员沟通过文字修正，把补贴与支援期改成协助取得。好，好了，好 ，OK， 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238，
238正在办理。好，专案通过。239。那个238，对不起，报告主席，238委员有同意，在并简化及加速那个句子删除，到贷款展延就据点。好，那就修正通过。是。238改为修正通过。239。专案报告拿掉。239文字修正也跟委员沟通过，委员同意，在这个经济部旧那个旧改成每周追踪纾困成效，后面逗点，并于网站上公布，以后的文字都删除。OK， 好。好，那就修正通过。240正在办理。好，照案通过。241正在办理。好，照案通过。242通过。正在办理。专案通过。243也是加延役，在交通部应从善如流后面逗点，延役采取有效的，这跟第七案是一样的意思。好了，好。好，那就修正通过了哈。是。好。244通过。办理。好，专案通过哈。245通过。正在办理。好，专案通过。246正在办理。好，专案通过。247正在办理。照案通过。248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49遵照办理。249好来。250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51建议文字修正到后面并于一周内提出书面报告，这个跟以前的报告都一样啊。好，那就修正了哈。是，修正通过。252252跟203案一样提书面报告，可不可以？这一样的东西。好，那就是修正通过。是，改组决议了。改组决议，对。253遵照办理，专案通过。254建议修正文字，在倒数第三行，原要求经济部延役夏季电费。好了，好。那254就修正通过。255遵照办理。好，专案通过。256建议修正文字，倒数第二行，台湾电力公司延役旧民生住宅等等。好，修正通过吧，哈。是。好，257通过。好，专案通过。257建议修正文字，删除相关补助由夜市管委会集中造册申请这个部分，因为夜市管委会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他同意。好 ，OK， 那就修正通过。是，257修正通过。258遵照办理。好，专案通过。259遵照办理。专案通过。260建议修正文字，在倒数第二行，原要求经济部于十月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时，应建议该会延议。好，因为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替他做决定，所以我们建议该会延议。好，好，修正通过。261跟第七案一样，建议修正文字，在倒数在最后一行期间延议暂缓实施。好，那就修正通过哈。262262是交通部来主决议啊。好，是这个我们就来换交通部。哎，嘉禾，你就换，你跟他谈过。还有337，这字已经改好了。哪一个？改好了。等一下。好，等一下，那个院长，还有一个337。夏季电价，院长，哪一个？怎么样？读不到的这个原油用法。对，这是啊，经济部嘛。对，经济部。这边的203要。好来，这里，经济部的哈，请大家再看一下。203刚才要改主决议的，那在这一章有没有大家看有没有看到这一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意见主决议的文字？那没有意见，好了 ，OK， 就通过哈。好，203就是改为主决议，那文字修正通过。那337。不是，这个是南基啊。也改组决议，这个跟委员报告过了。跳太快了。这个是上委员会的337啊。对了，已经改过了。
旧的。好，同意了。原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哈，一建议修正如下，有没有这一张？好了，好，大家有看到哈？好，那文字就建议修正如下，就修正通过哈。好，来，过来，经还有没有经济部的？刚刚有一个是一样的，跟203一样，都改成这样。252。好，来，接下来请看252案。你那个252给我啊。好，看一下252。252文字修正，就是像这一张，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好，经济部的还有没有？经济部还有没有？没有。好，来，好，这个大家2611大家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委员会哈，委员会他资料准备在整理啦，不会乱乱哈，让他整理好。那个经济部嘛，先看2611跟之后好吧。新的。他那个是谁？是那个是真题的，然后因为现在哈，他是谁？我们委员会的。对啊。院长刚刚有一张，我拿给你宣读那个委员会修正。哦，这里看到一张，可以看到。那个我这一回去哈，我就找不到人问。辛苦，你辛苦。一定要给我弄得很。那明仔看我这。再点一下。啊？明仔讲啥物？
好，各位先进，我们继续开始。现在进行交通部主管，从二六二开始。那二六一之一之二呢？之一之二，二六一之一跟四。我本来是想说那个最后几个，那经济部在啊。啊，就这两个而已啊，更加出力力耶，麦克更好变。不然你到时候经济部要再回来一次啊。没有，因为他们还要保留。好了好了好了，院长，你手上有这一个吗？有保留吗？还有保留。那位。需要大家处理案子了，回来再来处理了，好吧？他们还有保留案呢。对，经济部也是还有保留案。我们还要再。还有二三一耶。我们就还有二三一耶，还没。看二六二。哎，那第二轮了，第二轮了，先走下去了，先走下去了。好了，先走一遍，先走一遍。好，来。请看二六二，二六二跟二六二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你刚刚呢回啥啥？这有跟王婉瑜委员已经讲过了哈，就说把那个他要的数据，然后把因为他这里有谈到未公布黄惠礼数的名单哈，这个是他们要求保密了哈。然后最后一段就是把那个冻结跟书面报告拿掉，这有跟王伟已经这个冻结改主决议啊哈，对对，这改主决议，王伟已经同意了，建请的建就拿掉了，改请就好了，建主决议，这王伟跟他报告过了。好，那等一下部长，就是说跟你这个讲一下，就是说昨天那个小港机场。哦、他本来要打疫苗嘛，那他后来又没打，结果没打之后，那个内部的员工有流传说是因为我们党团去函询交通部那个统计说那个人数嘛，结果说变成是说我们是去问航港局，这根本都无港单位，结果导致变成是说好像他停打那个应该是地方政府决定了，结果搞到最后好像变成是说是我们的问题，你可以澄清一下。好，那这个事我是不是回家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出来？对啊，我再跟委员报告。这完全无厘头哎、欸。好，因为我们的文是航港局的文嘛，那个很清楚啊。包括小港机场局的。对啊。好，这个我查明跟邱员报告。二六二。啊，就修正通过，是这改组决议，改组决议，好，二六改组决议了哈，啊，文字修正通过，是，那二六三，哎，改组决议，没有，二六三，我是那个提案委员哈，我有意见呢，因为他的修改的文字啊、哦，把最重要的，其实这个案子我之所以会提的原因，就是因为诺富特防疫旅馆的重大违失啊、哦。那这个重大违失，其实交通部给了一些资料给我，告诉我说，桃园市已经给他们开罚了126.6万，然后他们也罚了150,000，不是只罚143万。不是我们就可以容许这样子的一个破口，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对于台湾的人民呢，造成形成这么大的伤害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不能够这样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而且诺富特是违规了211天才这样子轻轻的提起哈，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新北有一个运泉庄。一次就给他520,000，然后勒令停业啊！我觉得，因为未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次这样子的经验跟机会哈，我们要再使用这个防疫旅馆哈。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交通部哦，不能够汲取诺富特的教训，因为我们这上面其实是有一个补助条款哈，就补助要点，就是交通部观光局奖助直辖市及县市政府推动温馨防疫旅社的实施要点。我们既然可以给他们奖补助，你就要负起责任来哈，要确实的，所以要确实的去对于地方政府要进行督导。然后如果像桃园市政府对于诺富特案如此的带忽职守，我觉得至少你在他的这个奖补助上面一定要扣或怎么样、啊、因为这不只是诺富特事件后的防疫旅馆
应该要有一个总体检很重要，你平时你们的查核机制是怎么建立的，怎么运作的，有没有很顺畅，这是很重要。好，那好不好，那这个所以、哦、所以怎么样，就是通过了，通过了，意见不一样，只是冻结嘛，要跟保留啊，保留了，好，那不然就好，先保留，先保留，先保留，好了，263就先保留，264不晓得这有什么好保留的，这个就是写一个报告，就是把我刚刚要求的交一下。好了，264改组决议嘛，哈，我建议了，为了要加速了哈，这是263案嘛，对不对哈？对，这个冻结也没有要删。写个专我们就改成书面好了，好吧？好，写专案改专案报告改成那个书面报告，好不好？可不可以？好，冻结，冻结改书面报告，好了，通过，改组决议了，不冻结了，然后书面报告了。冻结书面报告，你书面报告来就好了嘛？因为可不可以？因为这个好了，这个解冻很难啊，因为这六个委员会。什么？联席会要六个委员会，书面报告不是专案报告。等一下，那个，因为那个同一旅馆是要拨给各地方政府来做，先签个冻结，保留啊，保留啊，保留，263保留哈，264遵照办理，已经更改变成主决议了。二六四怎么改主决议嘛？哈，决议已经那主决议同意嘛？哈，来通就264的主决议就通过，改为主决议，主决议通过。二六五，265就是后面导数第二行提出改成延议，好，要求保留。265。后面最后导数第二行提出改为延议，那就那个通过。副委员要求表决，好吧？我们送到院会表决，那就保留了哈。他保留要求两个字就 OK。保留要求两个字。他想要表决，那就是保留了。266有跟陈委报告加延议两个字，然后后面再改主决议，后面那个已经划掉，改成主决议了。不加有什么困难吗？加延议也是可以做嘛，那就不一定要加延议。因为不加也是可以做嘛，因为这里有一个不设上限，我想说延议当然是要延议嘛，比较优的方案跟我原本不设上限怎么弄？好，参考国外。266就修正通过。好，来267就最后一段划掉七，啊，改主决议，我们同意。好，就改为主决议。好，那文字就修正通过。是，好，来268。268也是最后一段划掉，然后那个交通部应研议将劳保健保会纳入补贴范围，对，这也是改组决议。好，268改组决议文字修正通过。269这里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中华电信这个主要通传会哈，有关成本报告是提案要求通传会。提出改善方案。OK， 好。后面269主决议，那就文字修正通过。是。270就画最后那一段书面报告拿掉，它也好。270也是修正通过。是。271再通过。好，271遵照办理。好，那就暂通过。272就是最后一段划掉那个书面报告跟这个划掉，272就修正通过。好，273因为救护车是在卫福部哈，我们建议说提案要求卫福部尽速其他都 OK， 然后后面把那个提交报告拿划掉。好，273修正通过。274在导数第二行加一个延议，删除导游什么的申请资格。好，274也修正通过。是。278，275遵照办理。好，
275照案通过哈，276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哈，277遵照办理，好，277也照案通过，278这里哈，就是我们向家卫福部，然后我们来检讨，因为这个经费可能我们跟他做一些讨论，这样加一个卫福部，好 ，OK， 好，那就278就修正通过。啊，在279遵照办理。后面那个有没有发奖？好、哦，没有。279就照案通过嘛？哈。是。280遵照办理。啊，照案通过。281遵照办理。啊，照案通过。282遵照办理。啊，照案通过。283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84哈。少数这个第二行有文字修正了、啊，第一个是把后面那个提出检讨报划掉，那恐造成乘客染疫风险，我们把文顺一点，就是应强化后续交通疏疫及防疫作为。OK， 好。好，那就好。哎、欸，这是我的案了，什么好？好了，好，就修正通过。你个鬼呀、啊！哎、欸，你再讲一次，你的这些风险，你是说删掉哪个啊？那个最后一行就是要求一周检讨报告，但全部都按照政委员的想法了哈。好，不是你不只改一周内提出检讨报告啊，你还改了一个什么？哎，前面那个逗点哈，因为强化应强化了，不顺啊，未强化什么作为不顺，改成应强化，应啊，应该的强化。好，就修正通过285延要交通部延役补贴方案。延要求交通部延加延役补贴方延役两个字。好，286通过。哦，遵照办理。啊，照案通过。287遵照办理。啊，照案通过。288遵照办理。啊，照案通过。289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90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91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92遵照办理。好，通过。293遵照办理，专案通过。二位加油。294遵照办理。好，专案通过。好嘞。好，结束了。第二本。来，请大家看，好看295。那个主席啊，这个提案是我提案的啦哈、哦。那个主委啊，陈主委啊，你口才一直很好，但这个题目你也讲不清楚哦。这个东西我不跟你计较哦，因为你原来就是这个像一般的劳工贷款啦、啊，都没有什么行政作业费啊。结果你们一笔收5000块，还、啊、有时候讲2000块啊。这个现在因为汪崇军委员大力讲了啊。他讲的比你清楚、哦、所以这个案子呢，你写个报告给我就好了，就不要了。哦、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了哈。谢谢汪委员，谢谢。啊，谢谢那委员了。这个因为我们真的农业，这个农会经营很辛苦了哈、哦，谢谢。好，那就决议修正。注意啊，那在了啊。就写一个报告，好不好？交一个报告，对，交一个报告，就这样子，对，交一个报告，为什么要这笔钱？要多少钱？每一笔收多少钱？那是算撤案还是算改为？就改组决议啊，改组决议。那建警三点的不用把它划掉嘛，就请他送一个书面报告给那给经理人。对，这3.6千万改成提交。你讲的不如欧立伟讲的好了。好，感谢欧伟。好，295改为主决议，那书院报告，然后文字修正通过，这样。好，来。296通过。好，遵照办理。297遵照办理。好，专案通过。298298可不可以在倒数的这一个第二行里面呢，要求农委会延役扩大所得标准认定标准加延役两个字？
好，那298就是修正通过，加严厉了哈，修正通过。299遵照办理，好，专案通过。300可不可以在最后的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可以啊，可以。好，好，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那修正通过。301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302遵照办理，照案通过。303改书面，303一样是不是可以改书面？专案改书面，好，专案改书面，所以303就修正通过。304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305有意见啊？有意见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因为这个案子我在宴会里面就特别提出来了，但是这个案子今天主委是没有办法直接答应的，就是主席长你把人家照了啦，我这个案不是主委那个定的啦，主席长听一下，主席长因为他当时在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他就没有框列一整年的免息啊，就延长一年啦、啊、所以他没有框列，变成我们今天要拜托你主计长，你快当当这条医生，我农业农业的当处理啊，这是第一个啊。哦，假设说你觉得可以，你今天可以答应我给农委会这个额度，那我们就照案通过，没有关系。假设你今天不能答应我给农委会主委这一笔钱，那我跟主委刚刚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你要把我们就是农委会针对就有贷款的部分，如果你没办法答应我，至少你要就是农委会针对新贷的部分，我们本来有就贷款的部分有两个嘛，一个是旧贷延长半年嘛，一个是新贷的案件。就是到贷方日志111/6/34，但是我在这里至少你第二款你要求答应我，新贷的部分就是能够免息一年，至少你要答应这个，看你们两个你要怎么选择。哦，谢谢汪委员，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提案里面的倒数第四行，把建请直接改成要求农委会针对新贷款部分免息一年，做这样的一个文字修正？新贷部分同意免息一年啦、啊，吼、哦，好，好 ，OK， 那本来就是建请案，那就没有建请挂掉哦，啊，好，改要求，好 ，OK， 可以了，可以了，这个时候可以，我们认为新贷的部分是可以免息一年，修正嘛，我给你，好，那305就修正通过，好，好，我按重新加固的。306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好，谢谢各位，谢谢赖委员跟翁委员。好，龙委会结束啊。好，来那个卫福部。好。哎，张到完了，学长，哎，但是我们记得没有，没有，都没有。来，等下弄完。是吧？增加这里。啊。再多。还是。我你讲，这种准备啊，要注意啦。来，继续来，307。好，307的部分，我们民众党我们要求这个针对国产疫苗，卫福部因为还没有完成这个相关的二期试验报告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卫福部要跟这个立法院提出国产疫苗的研发试验采购报告，跟这个本院的社福卫防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我们这边是冻结这个1亿元，这个部分我们坚持。好，谢谢。来。好，保留。不反对啊。保留了。好，那就保留。好，要保留。好，307保留，308
308社关这友邦的存量，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掌握了哈。好，叶委员，叶委员不在，那我们保留好了。保留，因为友邦的部分我们无从得知啊。保留是吧？308保留好了。对，好，308保留。309，友邦啊。309，对，这样可能也是不要冻结。那就保留，先保留了，好不好？委员不在，好，因为改主决议啊。310，也希望不要保留，哎，希望不要冻结。保留。311，保留，保留哈。312，有些文字无法鉴定。等一下，311它没有冻结的哦，鉴定是里面有一些文字哦，那个我直接没办法接受了。啊，鉴定预算哈。312，改主决议的。312，我们希望是能够改为312改主决议。好了，那主决议的文字就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看待委员，看待委员有意见。没有这啊。这边，位桌上都有一本刚才卫福部提供的，看一看你们的文字，好吧？我这个就滚了，这节。好，313，等一下，312，他把我改的哦。我觉得第一个不中间不能把我划掉，购置硬体设备，这个我都是一一查清楚的，1亿多这个不能把我划掉，好、哦。然后呢，冻结，不，他有划掉，他这有划掉，划硬体哦。你们就抓了？哎呦，后面有啊！冻结，冻结上诉会那个哈、哦？冻结就放掉啊？冻结，建不要建请哦，我是针对上述肺炎防治经费下设备及投资3000万元，请有关指挥中心，那么治安建制啊，后面跟他完全一样，然后提书面报告。OK 啊，好。哎，都不是冻结了，有没有冻结？主决议，对这个预算案去说明就对了啦。去说明，去说明，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就是指挥中，就针对这个预算怎么编出来说明啦、啊，这样好不好？好，好，那就主决议，就主决议就修正通过，好，好，修正通过。313，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删掉报告。好，那我有问题请教一下，快一点，来。好，卫生部做文字的修正，我没意见了，但是也要请教部长，就是大家外界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了。近期内，我说叫近期内，确诊人数大概是200人，死亡人数大概是20人左右，这会不会是近期的新常态？哎，在这一波里面，看起来目前确诊人数哈是趋向稳定，好，我想大概在200人上下，好，那死亡人数大概还有一个礼拜的高峰，然后才会慢慢往下降。所以我的问题是，近期内，最近啊哈，一两周内确诊人数200人左右，死亡人数20人左右，会是近一两个礼拜的常态，对不对？但我们需要往下降，不过以前的案件数这样走下来，哈，应该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谢谢。对岸的，照修正文字了哈。那313对岸，313就修正通过。314，314我还保留了，因为我也认为应该要公布，要这个应该要去，好，去保留，录音公布记录了，这个保留。315，哎，我们希望修正这文字哈，这位修正加速捐赠疫苗审查流程。什么意思啊？最后一行是吗？好，先保留。有这个民间捐赠的吧？加速这样就好了、啊。好，先保留哈。三。因为老委这个不必保留啊，这个还好吧？用调整一下还好、啊。最后一行，他只有删掉平台。现在才在看而已，他只有删掉平台。先保留一下，因为你们改这些字哈，都是你们的意思，都完全没有跟我们商量了。哎，你们改这些，
这些卫福部改的字是他自己改的。对，我们都还没看过啊。我们连看都还没有看过、啊。先把卫福部在修改文字的时候，还是最好跟提案人要有所沟通。好，来，那如果没有沟通，我现在赶快哈、哦，找机会沟通。要沟通，马上。来，三一六，遵照办理了。三一六，三一五去保留。三一六保留。那三一六，三一六保留，三一六保留，三一七，三一七的部分就是我们认为说，应该不管是国外或国产疫苗给国人施打的，一定要得到有国际认证啊。那当然，美国他如果不发 EUA， 但欧盟这些，我们自己说有机会嘛。那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对国人，不管是保护力也好，各种的保障，所以这部分我就有提出说，一定要是施打有国际紧急使用授权的疫苗。啊、这个跟主席建议了哦，部长建议哦，那个林委员提的是很客气的，他说技术规划了。啊，你技术规划这个就范围就很大，弹性很大了啊、哦。他也没有叫你做什么事，就是规划好。啊，现在可能拿不到 EUA 哦啊，但是你规划一下，什么可以拿的免了，这东西，这应该通过。没有，这个案子的说法不是这样，对不起，主院长。说法就是说，我们的国产疫苗必须要得到美国、欧盟 COVAX 的紧急授权才能够打给在国人身上打嘛？你这个写法是这样子吗、啊？是其中一个就好了。没有，一样。我没有要都。没有了，我建议哈、哦，这个是一个重要，因为 EUA 基本上是各国政府发的东西啊，不是因为以别的国家来看，比方 AG 现在在美国就是没有拿到 EUA 啊。但是不要忘了，蔡总统一直讲要跟国际接轨、哦。但是我们 EUA 是我们自己发的嘛。但是蔡总统说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哦。我们这个先保留了。对，还是保留了。保留吧，因为有共识啊。好，三一七保留，三一八。C 那部分是因为啊，我们若以现在的目前得知的状况，是等二期人体试验完就会，台湾就会发给 EUA 嘛，那可能就会开始在国内施打。不同。要花两万那个，你不要。我们都知道说，在国际上进到三期，他们都是必须对人体试验部分必须要给施打者，就同意被施打者相关的一些津贴。好，所以我认为说这个部分，如果说到时候变成第三期的时候，在台湾被施打者有点算是三期的人体试验，所以这我们认为应该要给提供施打者两万元的营养津贴。我们这个数额应该跟国际比起来是非常客气的一个数额了。保留好了。报告，你在做二期试验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费用，我们国家给的呢？这个。来，这个讲一下哈。我们有一位前，这是写厂商哦，我没有写是政府给哦，厂商给哦，请仔细看我们的文字。不，来，我讲一下哈。这个我 echo 一下林立华委员的提案了哈。有一个某政府的高官，这前高官了哈，亲口跟我讲，高端啦、啊，高，台湾没有进入台湾呐。以前挂了，不，以前挂了，我不讲名字了哈。他说高端，请他去打第二期1800块了，哈、哦、啊，廉雅不要钱了，他去打廉雅了，阿内了，好、哦、啊。有你们，你不要一直我水泡、哦，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再过来，美国做第三期，一个人要$20,000呐、啊。啊，所以他提2万台币是很少的，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如果说他要在国内做第三期的试验的话，因为他现在说要去国外做嘛，啊，如果在台湾做的话，有人愿意去给他打，给他个2万台币，一个是$20,000拿的呢。就先保留好吧，哈、哦。好，319保留，318啦，好，318保留，319。那319，委员口头同意可以修正文字，每人每月10000元之家庭照顾津贴或相关替代性照顾措施，落实家庭需求之多元选择。对，就是让他有不同的选择了。那就是说，如果说他还是自己请的是防疫照顾假的话，那一样可以比照像12岁以下以及身障，在身障生的一个10000元的家庭照顾津贴，大家可以选择，就是要让，就卫福部或地方的这个去提供相关的这个被这照顾者，好，所以多元的选择这样子。
好，好，那319，因为你们修正的文字还没有来，有，我们整个都过去了，好，收到，好，好，收到，好，那就我们就修正，整本的修正通过，好像没有发到我这边来，好了，320。320保留，早上有那个要行政要去延议，延议机制嘛，补一下资料过来，好不好？主席，不好意思，有了，早上有谈过嘛？320保留。哎，主席，潘神，卫福部没有给我资料，让拿一下。啊，320没有啊？怎么样？保留了，就保留啊，保留。来，来，321。321，我们希望在这个疫情严重程度等因素，迅速分配各县市施打，加一个等因素，因为确实在这个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因素存在。好了，好，好，那就修正通过哈。好，322。322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修正文字，与疫苗全数交货完成后提出报告。好，那322就修正通过。主席，不好意思，因为刚刚我正在要这本哦，因为他没给我，所以我没有听到我的320。没有给你的，要保留了。要，还要保留是？其实上次，对啊，但我这只是丧葬费而已啊。其实新闻之前都刚刚有一个案子嘛，定在那里去。但我觉得丧葬费应该要早点做决定了，因为我觉得已经那么多人。上有另外一个案子是处理慰问金的部分了，那就已经都那么多人都已经过世了，都已经有同意要给10万块抚恤吗？好，所以这边还要保留啊。好，那就323。对，我是觉得320的部分，人家新北都已经说要10万了，我觉得不太一样哎，报告主席，因为我刚没有拿到这本了，所以我刚没听到320，我觉得不太一样，是说我这个证是针对是丧葬的丧葬费。早上那个案子已经，那因为新北已经也是一样的意思嘛，现在都已经有那么多人，对，行政院你出来又办法出来嘛，过世了，我觉得连丧葬费还没办法决定。相关的慰问，这个会不会有点太离谱了？对，这个保留没有意见，只是我提醒那个老柯啊，你们呐、新北市侯友宜对死者一个人已经花10万的了，这不叫丧葬费，他慰问金跟我们的早款是一样啊，十万的慰问金。啊，来。320。323。就323准办。好，就照案通过。324，324要一个月采购完成，是 WHO 认证疫苗，这是有困难的哈。保留。好，那就保留。我建议一下，可不可以不要保留？就是一个月把它拿掉，这样就可以了。尽数的投啊，尽数就随便的尽数。4000万剂耶。好 ，OK。副委员都他要保留。保留。好，325。那我们是可以修正文字，企业申请 COVID-19 疫苗专案输入流程，把这个购买指引哈改做专案的输入流程。好了。好，没有，那就修正通过。326。就是讲这个。326有没有意见？那个我们保留了，好，因为这个等于指定我们要跟哪一家厂商购买，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决议。327，我们这边可以要求可不可以改做延议？好，就修正通过。等一下，问一下天。好，来。张万新，那第倒数第二。对了，对了，这个也要增加人手，要加班费等等津贴嘛。院长，哎，我回过头来，刚才我看我的提案315啊，他们改的文字我可以接受，好吧，315可以接受，就不要保留了。啊，315，315啊，好 ，OK， 好，315改为修正通过。好。325就要老费请你们拿了呢。好，OK， 多请几个，来再请。328，
三院长，不好意思啊，327，327刚才就修正通过嘛。327，包院长，啊，可以讲话吗？哎、欸，我这边想要请教一下这个部长哈，因为现在的那个 PCR 采检量非常的大，嗯，那现在有没有开放民间的这些实验室来做协助啊？有，我们现在在民间实验室大概有签了，有签约了，哎，签约了家，因为这一个部分哈，因为现在量能非常的大嘛，那接下来可能会更大，所以你们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你那民间的实验室也会开放、啊？没，我们现在就已经开放，只要要来认证，因为相关的实验室的标准，它还是要一定的标准在，啊，来申请，我们就会去审查，就会去看，那合格我们就会通过。好 ，OK， 好，谢谢。哎，作员同意嘛？哈，好。哎，三二改原意哈。哎，那个包院长改原意。好，327。好，那就修正通过。328。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改成检讨规划哈？就是说检讨规划。好，那是也是修正通过嘛哈？好，应规划居家检疫，329，检讨规划，嘿，好了，哎，检讨规划可以了，好了，可以，好，来329。329，我们现在还是希望不要说用全部的快筛哈。对，我知道，不过他还是基本上还是保留他选择的可能，不过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会配合，因为有健康声明等等的哈，那其实我们疫苗也比较多，对，而且现在好，那就全部拿掉，对不对？不要，你就改成我们上次的朝野协商是写全面快筛，你就改成全面快筛，不要强制性的哦，就不要全部嘛，改全面，就回到原来的文字，全面啊，全面，但是你可以拒绝啊。我知道，但是好，全部筛检。那如果哈，对不起。部长，就是全部改成全面呐、啊，全部拿掉，改成进行快筛呢？全面筛检，全面对了，全面全部筛检比较简单呐，因为包括 PCR 什么都有了那个。对，只是完全筛全部筛检哈，全面筛检，它有很多的一些。不要全部啦，你改成全面呐。全面的意思就是有两种啦，一种就是说所有的机场跟港口，只要有开放的都应该要筛啦。第二个就是说，他要筛你就应该要让他筛，每一个人都可以筛，除非你刚刚说的，他说他拒绝，他不让你碰，这种是例外，不是全部，就是一个全面的意思。我们上次朝野协商就是这样写的。对，我们就要全面建一个具体的文字的修正了哈。好，罗委员，把全部改成进行，这样好不好？就是要求部针对飞机底下旅客进行快筛，这样就好了。第一个进行快筛，上次朝野想讲很清楚，那文字啊。全部快筛，并没有强制性哦，大家都很清楚。但没关系的，那个部长已经说用全面快筛、啊，现在实务上已经在做了。强制性嘛，那我们这个就已经在做了啦，现在已经在做了，哈，现在都每天都是100%了，所以大概、就是、全面筛检好不好。那我们上次就有朝野协商说全面快筛，但是这个全面不是强制快筛，我们把强制拿掉了。所以就 OK 了，所以 OK 了，全面了，全面了。我们来先用全面筛检，可以了，可以全面筛检，可以。好，全面筛检，好，本案修正通过。好了，330。330有关于这个疫苗哈，这现在目前啊，事实上这个国际上对疫苗的护照，并不是当作一种强制的规定，而是当作一种参考的。好，那在里面我们要来针对，就是说哈，要国产疫苗就要好国际认证后，其实也应该给这个各种可能性保留一种公共卫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所以我只有你，我只有叫你提一个书面报告，你刚才讲的话写下去就好了。说目前不想这样做，目前还没有办法这样做。啊，未来努力这样做完的话，啊，你就听得懂就好了，那不必再写了。对，就这样写就好了。那白纸黑字看到黑字，写给我看看啊。
中国文章根本有广告困难。你这刚才你讲的话，中国文章给我看蓝图啊，赶紧。好好，我想就我们同意，好，同意，那就同意嘛，就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做得到再写就好了。书面报告了，对啊，就是也请委员体谅，我们这大家没有办法做很大一篇的这样的报告，这样大一篇。我下得，我下得，哎，我下得，我下得，两张纸就可以了，我给你两张纸。刚才那个纸不用两张，两行就够了。好，那就照案通过哦。好，好来三三一，三三一一样哦，都很客气啦，就你就提出书面报告的话，好，那你怎么想怎么写啊，得了，哥哥。如果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写个书面做不到的报告了，好，提报告哈，我们就提报告，把我们的这个啊，但有关机密的部分也容我们保留哈。好，三三二，哦，这个大概就这个就比较困难，就没办法，没有，这个不要了，不知道啊，不是保留了哈，能不能加一个去识别化，这样就好了。对，很难的，去识别化就跟识别化一样啊。只有几个而已啊，大家都猜也猜得到，所以不要猜，你就 A 跟 B 啊 ，C 啊，就买好了，买了，不然就保留，我保留，保留了，好了，好，保留，三三三，哎，三三，我们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三三四，这个保留，好，保留哦。没有意见就保留，三三五。哎，这恐怕在这里面还是牵涉到了很多的相关的机密问题。撤案了。撤案了。撤案。好。撤案。三三六。这个部分我们要那个要求这个卫福部一周内向立法院提出我国疫苗的采购进度的书面报告，这个要不那个部长回应一下，有没有办法做到？做不到了。啊，就问部长，你有部长讲一下啦。哎，现在这个疫苗哈，知道现在都是国际大家都在抢疫苗的情况，所以可以。其实我们说出的太多哈，其实对我们在进货上都会有一些。把你能说的说啊。很多都不能说，你就说。保留了，保留了。好，跟齐的，跟齐的。班长不能讲。三三六保留哈、哦。啊，好，没意见就保留。三三七。这个部分要不要请部长讲一下？我们针对这个紧急使用清单，就是这两款这个国产疫苗的部分，好、哦，那我们希望一个月公布相关采购的合约跟后续研发的期程，好、哦，让国人有这个知的权利。这个部分是不是说明一下？这跟原来可以公布吗？属于在机密的范围，不愿意公布是不是？不是我们不愿意，这会有这疫苗的采购都是采用机密，国外采购的不行，国内研发的也不行，全部都要保留就对了。对啊，商业机密不是只有疫苗啦，保留吧，在药厂的合约基本上都是这样在进行的。三三七保留，好，暂时保留啊。三三八，三三八部长。我们就说可以用书面报告，但是不要，就是说不要用限定时间。但是部长，这个是这样哈，这是因为现在这个机场行业人员他是第三类嘛。那其实那个桃园的郑文灿市长已经开过三次记者会在讲这个事情啊，所以应该这是合理的嘛，就是把所以跟委员报告，我们昨天不是特别在这次的莫德纳疫苗到今天是今天没有发出去，我们就保留一万剂了。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希望说不要说只是因为这个个案嘛，因为他总共有三万多人嘛。对啊，我们还是要根据那个量，因为它排成在前面，只要下面的量已经进来了，我们在拨出一万剂，其实已经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而且我原在提，我们也就办理了。对啦，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它分开算，那以后将来来的时候，部长，我问一下，我们已经做的事情不要再加写报告嘛，好不好？这个我们也都在争取了，这个在我的选区里面，我们现在就是把桃园跟机场分开算了嘛，对不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疑虑了哈，所以本来列在列册里面的，那将来如果各县市政府对于在列册里面相关的一个，他认为跟他的关系不是那么大，或者这个单位的人特别多，他不想要列在他们的县市单位里面，我们会把它移除在外，另外来做。所以我们现在我确认一下啦哈，现在我们是同意，就是说已经把桃园机场跟桃园市分开计算嘛，同意嘛？
我们现在以后一律都是这样来计算，就是分开计算。对，已经在做。OK， 好。但我还保留一个，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放在里面。但我也跟先生政府来问，那到底是对？机场这件事情一样的啦 ，OK， 哎、嗯，机场这件事情不要再横生枝节。我确认解嘛，已经成确认解了。基本上是分开计算，除非桃园市政府愿意合并计算。他们愿意合并计算，我们就合并来。那他一定不愿意啊，因为他已经开三次记者会说现在答案出来嘛，我们就会把它分开来计算嘛。就我们三三八，那我们这个案基本上你是说不要书面嘛？同意啊，同意不要书面啊。好，然后时间部长是。你要怎么？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你现在已经做了，不用压时间啊，所以这一案就没有问题啦。对呀、啊，不是撤案啊，啊，这样就通过了，这样就通过了嘛。我告诉你了，没有。好，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就照卫生部的修正平通过啊，要分开，所以这没有问题、啊。就修正了，修正就好了嘛，修正通过就好了。那不用改啊。不用后面这边嘛，那要写报告嘛，我没有要叫他写报告，也不用再压时间嘛，我没有压时间啊，照你这个文字，那就照修正通过，这样可不可以嘛？要求留着嘛，因为要求留着，其他的照这个部分，好了，修正通过了，好了，要求留着，其他照，好 ，OK， 那就修正通过，好，339。39，我们希望把两周内跟书面报告删去，好了。我们想表达一下，就是书面报告后面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两周内，如果两周内觉得太赶，什么时候可以做得到？原因在于说，一直以来在办的这个记者会，其实在这个文字上其实都有疏漏的部分。那我觉得对这些听障人士来说，其实是非常困扰，而且这应该是立刻可以做的，原因应该是我们国家内本来就有这样的资源，是可以来做听打员来做处理的部分。所以想请教说，什么时候可以做？因为我觉得没有写时间不太合理，因为其实早就该做的是，现在做了，再次提醒。不是啊，他现在这个字幕的这个部分也是言意说叫他征聘嘛。啊，部长就是现在有那个手语的，是，但是我们跟听障协会这边的确认就是说，手语对他们这些失语者来说，其实不完全是适合的。原因失聪者来说，不完全适合，是因为如果他是在后天才发生这个听障的现象的话，他其实很仰赖字幕，他不见得会学手语。所以我想请教的是，因为听打员的这个资源或者这个人才库，其实我们一直都国家一直都有，那所以我们认为这其实是可以立刻来确保这样的正确率的情况。那当然我知道说，指挥中心还有很多卫福部，其实有很多事情在。所以我们也同意说可以有一些时间上的展延，但是并不代表这件事情不能做，而且其实是实际上是完全都有资源，而且是立即可做的。那我们的记者会，疫情记者会其实已经做这么久了，然后一直争取不到，我们觉得这是不太对的，所以我们才请教说，如果两周内什么时候可以？我们现在是用 AI 来办理了，是，所以有非常多的错误，我们也把错误的部分都提给了卫福部了。好，对这个案，现在我们是怎么样修正通过还是怎么样？我们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因为这其实是一直在发生，然后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不便的，然后我们也有资源可以做，所以想要求卫福部尽速了，好不好？要进出来，这手语还有打字幕的，好不好？我还没看过。做了，本来就可以做的事情，时间也没这样，拖这么多，拖了一年了。哎，不过部长，我有提醒一下，现在县市政府的记者会，其实如果说有看县市政府记者会，也有一些县市政府也都有听打。哦，所以其实真的是要做，不，他们有一些县市政府用 AI， 有一些县市政府就是有专门的人是直接打，其实是有资源的，连立法院不用说逐字啊，你就是你的意思讲完之后，马上有人可以来打，那下面技术完全都可以克服，而且也不会增加什么费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部长您这边应该要考虑一下，其实这个真的很简单，技术绝对没问题，也绝对不会增加太多的困扰，也不会增加太多的经费，但重点是可以服务到这个没有被照顾到的群众啊，我可不可以建议一下哈？是不是卫福部可以跟我们社会福利或者救助那边看一下听障协会能不能协助，然后技术把时间告诉委员会这样说哈，我们就在最短的时间哈立刻来办理，直接预短时间内好吗？我想我们在最短时间立刻办理嘛，好吗？那个月可以吗？可以，好了，一个月，一个月，不然就下一个月合理了，我觉得两周合理。好，那就。我们就修正通过了，好要求，然后改一个月后面的书改嘛，改啊就修正通过。好，一个月要书面报告，反正就书面报告不用，一个月内我们就做了。好，339修正通过，请看340。340，委员已经签名哈，那修改文字哈，好修改文字，好那就修正通过。
不好意思，我这边确认一下，这边倒数第二行的并说明办理期程与落实情况，这边是没有划掉的，没错吧？因为这部分是那时候有讨论过。然后最后的版本，因为这影印本有点不是那么清楚，是不是确认一下，好 ，OK 了，好，好，就三四零修正通过，三四一。就赵委员的哈，赵委员的版本嘛。好，赵安通过。我通想确认一下，这个请和要求的意思都是会做吗？因为当初那时候来跟我们沟通这个请啊，就是说觉得希望我们比较和气一点的来请来希望做。是建请，做到一定会做，好吧？做到请就是会做嘛，哈、啊。先希望做到一定会做，不是的确认。三四二，可惜啊。请就是建请了、啊。三四二呢？这位委员啊，这委员在文字上已修订了。同意，照文字修订。就三一个月，三书面报告。好。那三四二就修正通过。三四三，三四三在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说两周内不要，就是说延议尽速扩充。可不可以不要延议啊？因为其实实际上也都在做啊，而且已经是尽速了，是吧？卫福部应该是一直都有在做吧？不用延议啊。那我们就三两周内。书面报告有不提啊？书面报告不用的量能，其实我们已经扩充非常多了了哈。同意，持续在做。好，那文字还是有修改，所以我们修正通过。这个有在做，为什么还在提案呢？三四四加速进行，怀疑得了，不进来，那个不进来。到现在这个时候做了，再提案一下。三四四，我们这可以改，好，一个月内。好。好，那就好。三四修正通过，三四五，三四五我们需要改三个月内，那个删除书面报告，删除书面报告，那我已经签名了。好，也修正通过，三四六，这个在我们的保密的范围之内。保留。三四七，三四七。修正文字，卫福部于一个月内提出采用替代性指标的书面说明。好，那也是修正通过哈。等下这个这样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你是一个月内嘛？一个月内。OK， 好。好，好。三十七修正通过，三十八。对，有关于这个哈，就通缉犯确诊者，我们评估设一个完整的且保护警察人员相关的措施。那所以我们这边加了一个评估，那请删掉书面报告。好，好，修正通过。三四九，三十八。三五零，那是三四计算的。好，三四九空号。好，三五零。在这我们希望不要，不要这个冻结费用是。三五零，好了，保留。好，保留。三五一，三五一，我们遵案办理，遵照办理。老柯的车呢？没有睡着啊。好，大安通过。三五二，就这样刚才吃完了。五二，我们今天早上有讨论过，有取得共识。这个案子，好，谢谢。转盘过了吗？这个并三十九案。早上为这一集讲三五二撤案。好。三五三，你是不是可以先去提出，提出报告？请问部长，这个什么时候？因为明文嘛。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条明文规定，因预防接种而受害者得请求救济补偿。那部长什么时候会定出来？这个办法我们现在是已经有，而且有小组的专家在运作。所以现行已经有。对。好 ，OK， 好。撤案。好，三五三。怎么样？撤案？是通过的撤案。好，修正通过。那我们就不要，就不用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报告两三掉好了，好，好，修正通过三五四，那是不要用两个月的期限哈，那修正文字为延议。OK， 好，好，修正通过三五五，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那三五六、三五二是不是可以是相同的？我们就不一，那个撤掉了，三五二撤案。
一样的，一样就一样做了嘛，这个不一样，对，就一样就做了，跟上午一样一样嘛，哈。啊，因为本来这个是314亿是连，这是连第上一期的115亿了，金额不一样啊。反正你钱都是用在购买疫苗，这可以过。对啊，照你的精神了。好，谢谢。好，那我们就同意。这样好。这样喽。好嘞，好。同意的。356。哎，对，对的。通过。官员不可以讲撤案，好吧？没有讲撤案的，我们就我们找柯建铭的案件撤案嘛。现在是柯建铭讲撤案，他的案子可以撤了，那个。好了，好，357。三五六就通过的通，356我们同意，我们遵照办理，通过。357跟是不是变案通案九那个今天早上所大家协商的方式来办理？不，那个357保留。部长你怎么讲？357就跟早上一样嘛。委员早上大家协商的，并第九案，并九案，早上讲好了嘛。好，要变案就对了。好，对了，好，好了，并九案。好，变好。印第九案通过，并九案，对，好通过是不是？有了，第九案通过啊，并购期了，并到第九案了，啊，第九案的或者要撤案的可以，并第九案好，好来，357就并第九案通过，来358保留了，好不好？什么保留？前面的案子都已经过了。别人的案子都过了，没有没有没有，有没有，你看一下，谢依凤刚前面都过了，不，有，认真一点，是建请案才有啦，什么建请案？这个是法律明文规定，不要乱讲，这是法律明文规定，你念一下《传染病防治法》27条，22，谢依凤，公布会议，好，358怎么样？保留了，好。我们是什么保留？保留了，对了，可以，因为前面的谢依凤已经过了。我们那个建请，就是这个哈，是我们可以表达，就是说也是根据322案的精神，在疫苗交货之后，我们可以提出报告。好，疫苗交货完成后，我这本来就是啊。对，所以说就一样。前数交货，前数交货之后，好，前数交货，好。好好，那文字要修正还是怎么样？就加两个字吧，以该类疫苗全数交货完成后嘛。啊，你是书面报告嘛？那就那个一样嘛，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哈，就是针对一个疫苗，如果它已经交完了，就逐项去提出报告了，不是那这样子变成说我们就要等全部，反正我这个时效都没有了啦。所以我就建议是，希望不要一样一样来了，好不好？我当然知道你不要啊，我怎么不知道？是啊，因为你单第一个公布之后，影响到下一批的交货啊。能够维持我们的交货的顺畅了哈。部长，哎，我可以接受说你全数交货完成，但是这个因为依法嘛，柯董事长，你看这个是《传染病防治27条，不是乱引的。这个记录当然已经对公布，当然送财委会跟卫环委员会啊。交货完成，这点我很坚持哦。对啊，好，我觉得全部好，那就文字修正一下，通过了这个我给你了。刚才有个报告，要全数交货以后，全数交货的同意啊，同意啊，没有错，有书面报告嘛？我们是一定要跟送财委会报告的哈，但是能够尽量避免影响到进货。好，文字修正通过，同意你的，马上同意你的部长。359。等等，不是没有了。358确定一下，因为谢依凤那个版本是说哈，这个疫苗全数交完成之后公布，相关资料，但不是讲是会议资料哦。这一题是会议资料，可以吗？可以啊。哎，当然是。我知道，我现在问部长啊，我现在问部长。27条的明文规定啊，这是法律规定啊，法律规定啊，认真一点啊。我在问部长呗。啊，问部长。基本上当然我们就是会把哈相关的一些哈报告会来提出来了哈，但是要说会议记录，我不知道委员要求到多细，好，但基本上我们一定会交一个完整的报告出来。不是部长，部长看一下27条讲的是相关会议应录音并公开其会议详细记录。
这是27条明文规定嘛？那个是有关疫苗基金，是疫苗基金，那一样啊，概念一样啊，立法精神一样，就是疫苗采购费用啊，疫苗采购相关的会议啊。部长，我要求不多了，依法行政的后，好不好？好啊，立法行政。招，部长招。我再说明一下，这是法律规定的，所以必须得交啊。而且我这个不管谁当，我也不相信你当部长会当一辈子。你现在不交，等到你离开的位置，我们还会让下一届也一定要得交，这是按照这是法律规定。所以你们现在所有的会议记录要通通保留，不要到时候又告诉我们说会议记录不见了，好吧？或会议记录没有，不可以这样子的，好吧？好，我们就依法办理。依法办理，依法办。但是里面有个文字，那个曾明忠文，那个两个月内那个月不见了。那个我有一个月哈，倒数第三行，两个月要加进去吧？加一个月。提书面报。所以，那提书面报告嘛哈。好，两个内了，他两个月内了。好。两个月，好。还替你抓桶啊？是两个年内。好，修正通过359，我们再改三个月，然后不要书面报告。好，三个月，然后书面报告359哈。好，修正通过。两个月，三个月，三个月，三个月。好。好。来，360。这个，喂，看队长可不可以啊？就是替老公讲话。360，我们召集各部，我们现在有相关的一个个人纾困，但是我们并没有贷款，贷款部分恐怕不是我们这边能够来做的。他们包放这里啊，你们的人包放这里的、啊。等第几啊？360。360。保留了。啊，保留是劳动部的。啊，你老都放的不是我放的，是你们帮我放的。先保留了，保留了。好、欸，先保留了，先保留哈、哦。好，361。哎、欸，我们是不是可以删掉书面报告？好了，好了。好。这样书面报告为什么不可以呢？但我们就是想要知道能不能混打。我已经这么客气了。对，我们这个会在专家会议里面哈做讨论，而且这个也是会根据不同的科学的证据。对啦，那部长啊，会滚动式的。我可以同意把一个月内拿掉了啊，你就去做做好去做分析比较，给我报告你嘛。那你好了，时间拿掉就好了，没关系了。好，可以。好了，好不好？好。能有科学证据再讲。好。好，那本案就修正通过362。362，我们遵照办理。啊，照案通过。363，我们跟委员报告，我们这部分也希望说是延议哈，因为如果用90%来做占负的话，哈，那恐怕就会产生一样的一个哈相对的一个就是占负过多的问题，而需要退款的问题。好，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哈各个院所正在协商，看怎么样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要不要90%改成一定成数好吗？叫你决定，安尼好不好？OK。哦，单单没讲90%，你快点。好，对，就有一个保护的精神。哎，对，就是你决定几成，你决定。那我们会跟那个院所来做协商。你去决定几成。部长，我听你讲过很多次，就是用科学证据说话，然后专家会议来研议。那请你把每次的专家会议的研议的这个会议记录，还有研议的资料内容，都要公布在网站上面啊。你现在讲到哪一题去啊？刚刚因为他已经讲太多次了，因为现在已经进到今天的早上提到的很多重点，那现在就是专家会议会讲话，包括怎么去决定这个疫苗注射的这个第几类，或者是说刚刚大家关心的怎么就是这样对的事情，所以我简单说就是专家会议的这个会议记录跟这个会议资料都要公布在网站嘛，你每天有开你就每天公布，那国人也知道你们真正在开会啊。那个有困难的、啊、好，363。困难的话，你国产疫苗，大家就没有讲话，刚刚讨论的，然后你们没有讨论什么政法意见讨论啊？那好不好？我来提一下啊，部长，请你读一下啊。这个九成是因为我们纾困1.0就定九成，我是差他的。
所以如果把九成拿掉，我想不太好了。应该九成为原则，安尼才对不？那那那不叫协会了，把我干啥呀？讲的，啊，以前出问题吗？去年，去年就有一些这样的运作，那那那陈述你决定了，陈述你决定好，一定的陈述，一定陈述了啊，好，一定陈述，好，一定陈述，好，修正，修正通过，三六四，我们遵办，好，五个没那么紧啊，好，那这样就修正通过哦，对，好，三六三了。对，三六三一定的陈述，我们来办理。三六四也过了。好，三六四，我们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三六五，三六我们是不是改延议？那就延议了，可以。这个好，延议。嗯。好，那就修正通过。那三六六，三六六，我们也改延议。好，改延议。那就修正通过。好，等一下。这个，部长，这个是涵盖所有的医院，包括牙医诊所，对不对？有了。对。哦，好，OK， 好，谢谢。对。酒精跟乳胶是。中医诊所也有了。好，那就修正通过啊、哦。跟牙科了。三六七。OK 了。三六七，我们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三六八。遵照办理。这个柯总照对啊，酒没办。啊，酒是一下顾着是甘心嘛。好，来三六九。通过。OK。好。三七零。我们是把后段的这文字哈，就是好提供加班费各类人员详细数字统计试打与相关的预算。好，那这个我们再提出来，在目前还有困难。医院要提供，对，修正嘛。好，那就文字修正哈。详细这一这报这台用作者习惯，那这样本业台来讲，现在人员都在忙防疫跟纾困的。对了，你现在叫他们报所有加班费的详细数字，这有困难的，很专心去处理防疫的。好，就文字修正通过，好不好？好，三七一。那刚才有一什么样嘛？三二七案一样的，我们是改延议。跟三二七一样，好。好，三七一也是修正通过。三七二，终于是延议暂准执行。那我们来这个可行性，来延议它的可行性。好，那好，也是修正通过嘛，哈。延议可行性嘛，哈。好。就那个文字改嘛，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一本吗？有，他这里他这一本都里面都有哈，我们就看这一本。好，来三七三，三七三，我们跟财政部有协商过，都遵照办理。好，那就照案通过。三七四，三七三不是三七四，三七四，陈委员有修正文字，并延议与总额追扣款互相冲抵之可行性。好，来，好，这个这一张，哈、哦、，OK， 三七四这一张，好，修正通过。修委，三七五，这必须是被改作延议。好，好，就必须改作延议，所以文字修正通过。三七六，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三七七，遵照办理。通过。三通过。三七八，遵照办理。啊，照案通过。三七九，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三八零，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三八一，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三八二，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三八三，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三八四。遵照办理，啊，照案通过。三八五，遵照办理。照案通过。三八六，遵照办理。啊，照案通过。三八七，文字调整。怎么样？三七八七。两周内那个。三八七。我办，这个。这个委办预算，这个。两周内有办法吗？这个会执行完毕吗？
对，在整个的资料上面是非常的多了哈，在这个时候项目也非常的多，哈，是不是给我们就是说，在不要这么的哈这样的，在这边就卫教管道的一个月好了，好不好？一个月啊，我们那差一点了，因为卫福部现在全部在忙防疫的东西，那你家这里找这种相关资料，好，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有啊，就执行啊，两个月在执行当中，可不可以？好，就加强办理，是可以用加强办理的方式。好，两个月啊。好，两个月不要提报告，我们就要加强办理。好，这个很杂，没有错吧？我不懂，我不懂。这个什么叫做加强办理？什么意思？努力办理的。啊，388。对，那个院长，院长，38期还没结束。387就是两周改成两个月。对啊，又改了。好， 好，谢谢啊、哦。两周改了，所以修正通过这样。部长可以吗？两个月。有的，刚才。两周变两个月。很细的啊，是不是？这个我们坚持哦，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化的？对，就提供书面报告。提供书面报告就好了。书面报告啊，两个月这样。哦、好，那我们同意哈。那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一定要简化的报告了哈。啊，报告可以，有交就好了啦。好，成果报告。报告来再说嘛，好吧？好，修正通过哈，388，遵照办理。好，修正通过，389。报告不要了。哎，我们就是不是能够检讨报告不要？啊，好了，艺术准备嘛。好，好，389修正通过。好，389有这有这边有哈，另外有的，有。来，390遵照办理。好，遵照通过。391 OK 通过遵照办理。啊，遵照通过。392遵照办理。好，遵照通过。393保留，是保留了。393保留哈。保留。啊，保留394，我们是在卫福部面加一个研议，研议针对各个不同体质的国人。好，好，这里哈。但主席，我有点不同意见哦，就是因为其实这部分是希望说可以针对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疫苗，到底有什么样子不同体质，它适合或不适合？我觉得这个不是叫做研议，因为我们看到各国其实针对这个部分，卫生单位一定都会有一个建议或指引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卫福部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说研议提供，那就是意思说卫福部难道不需要提供吗？所以我现在马上可以赖给你其他国家的那个建议跟指引是什么？都有，其他国本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去抄一下就好，上网台湾就有了。台湾现在看到都是不同的医师在提出一些建议或指引，变成都是民间在发声。可是我觉得应该有个官方的建议或指引，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是尽速好针对人来提供。但是你要我说变严厉，这点我比较觉得不太适合。部长，说明一下好吧？基本上在相关的里面，这个建议都会在访单上有。那然后有时候这厂商或者国际的期刊也会提出相关不同的报告，那这些都会有，也都会来提供。只是现在对于我很想不同体质之病人，那这范围的分类到底要到多大？好，那这个在我们就是说也要做一点研议，这主要是一个分类，不知道委员的要求，不同体质是指的什么样的不同体质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分类的方式就变得很多。我补充一下，举例来说，就是说年纪啊，有没有怀孕 啊，有没有慢性病 啊，或者说像有没有免疫系统的有状况，就来各国就会提供建议。那我们做一个基本的分类，那这我们可以做。对，那你可以说尽速。针对就用尽速就好，但是我觉得研议变得好像是可以不做这件事情，所以部长没问题，这我们本来就要做。我们是担忧，就是说这些的一个分类，如果要要求过细，那坦白来讲就放在一个平台嘛。那我们做一个基本的分类，那把相关的可以了，可以列出来，那我们会做。所有的这些文献资料，你用一个平台，然后分类，把它挂在网站上。我们可以来做。还有你们专家会议开会的相关的资料。讨论的内容，好、哦，就是让国人知道你们没有那几了，没有那几进行的这些资料。其实，在专家委员会里面，一定有不同意见。其实呢，意见对一般人的解读是有困难的。对了，其实哈，不然照很多的东西，现在还是没有 conclusive。
很多东西，很多国家到最后改变了他原来的一些指引嘛，包括最近年纪的问题，英国也在做调整哈。对，不过这本来就可以滚动式做调整，但是可以改啊。但是不是叫做我们就是说，只要不是我们基本的分类，然后相关的情侣该做，我们说以这次这样，没有这次以 A Z 来试打，如果说因为我们的方法是去了，那医生的只是简单问一问，其实我觉得会，如果有多一点指引，我觉得会让大家在上面参考性比较强一点呢。好，这就是觉得应该要来公布相关的建议。那指引就是卫福部根本没有定啊，他只有依据那个一个办法。对了，可以了，部长刚刚不是已经说可以了吗？输入办法，好，核准制造办法。那个，我可不可以建议一下哈？那个就是针对各类不同体质管这句话啊，各类不同体质管把它删掉了，因为后面就是要求卫福部针对医疗院所各类人口适合施打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这样就好了吧？这样比较精确一点，对吧？不要不同体质，这很奇怪。你要做这个不同体质，我想哈，全世界还没有人能够各类人口适合打疫苗的情况做指引嘛，这样就可以了。那就部长可以吗？那这样也不要禁书啊，就要求卫福部提供，那提供各类的警语，这是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好了，但问题是，那就指引希望公告啊。公告嘛，就公告吧。你要公告啊！你现在连医威都没有公告啊！放卫福部网站了 ，OK。连医威这么重要的审查标准、基准都没公告。那这样好不好？如果说刚对洛源这样讲，不要我们就是后面不一定写那么细，可是我觉得就不要禁诉，也不要严厉，就要求卫福部应该要提供。好，文字修正通过。提供医疗院所什么的建议或指引，这样好不好？那可以了哦。好，文字修正通过。我们现在看395。那个劳动部的吧。那个报告主席，395是跟老395是劳动部的。劳动部的。好，那395保留到劳动部，请看396。为什么？396。395先就直接保留了。直接保留。396的保留哈。396保留。如果民进党有意见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要讨论了，我们直接院院会表决。好了。396。397。尊办。397有没有意见？没意见了。遵照办理。好，办理。好，照案通过哈。398。我们大概就是整个的，其实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公告，这个 schedule 哈，那类别这我们都会公告出来。好，意思简短。可以啊，因为已经说滚动检讨修正了嘛。意思就是 OK 了，好了。我们大概只有部长是通过嘛，一个个资我们不会公告，但是类别分配是我们不会公告。照案通过，399照案通过。400，县长三九，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401，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402，这个大概就是，如果以正面的来看，当然也会来提供，但是也不要说否定其他的可能性。听不懂啊。请你讲普通话，能听不完呢？我意思说，这里面如果是需要有因应公共卫生需要，那紧急的一个授权制造，好、哦，就制造输入的，也请保留那样的一个空间。事实上，整个疫苗的国际的一个供应的情况，或者疫苗未来的变化，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变化。如果能够把那个空间稍微保留，那你们提供修正文字嘛？文字调整一下啦。提供修正文字给我，因为你们没有提供修正文字给我、啊。等一下吧，好、哦。那是我们这个，是不是我们再马上来修正一下？对，你再修正，提一个修正。我先提一下，因为你刚才讲的，老实讲，我也没有听得懂啊，因为可能我们的程度太差，听不完呢。来，主席，主席，我很抱歉，也看不太懂，可不可以政委？好来，政委到底要讲？你原来写什么？我看不太懂。你叫在住吼，我国可以安尼啊，意思是安尼款啦，是，对吧？哎呀，这个有点问题了。保留了，保留了。那个，那就保留文字，你们修一下再提出来。表示出来再讲了，好。好，文字修，这403，我们403已经有改了，在这里。哎，我们是改原意。他、没有意见，我们就通修正通过。好的。好，404文字也修改，在这边。
看啦，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哦、太严了，看不到。啊，四零五，有没有意见？这还有一些哈，像这样还是有一些争议在的了哈。完整试验。四零四零五怎么？二六二六。没有啊，这个完整试验是这是应该的啊，这有什么好保留？我们的国产疫苗要进行保留，就是有不同意见啊，我们没有这个要讨论啊，不然我们的国产疫苗，叶伦在大家草率都不要求完整实验，我们怎么可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呢？保留好，好四零五先保留，四零六。我们是修改文字原意，在这边四零六这一章，所以我们就修正通过。刚刚那个，对不起哈，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四零二案哈，是我们的那个作业疏失啊，他是我撤案，这个不是。好，他把我们那个我们幕僚的那个案，我们那个我要提的案四零五已经有了啦。我们已经有另外写了啦，已经有另外写了啦，四零二撤案了。好，四零二撤案。来，四零七，四零七号，听得外，听得外，有修正，四零七有修正，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四零八，四零五是通过的。四零八有没有意见？保留。哎，遵照办理。好，四零八。四零八遵照办理啊。哎。对。好，四零九。哦，你撤一个案，他马上给你一个。他这是 WHO 的规定，他这样本来就照着。四零九。遵照办理。好。哦，给你两个，你看。四一零。认不认？四一零，我们就希望能够改延役啊。完整实验。好。哦。四一零就在这边。这张，这张，这院长，院长，那个你拿到的都是卫福部的建议，啊，我们都没有，啊，真的，真的，我们都没有，所以你不能讲说那个是就是按照那一张，我们都没有。看到了，看到了，言语可以了，可以啊，好，可以，好，那就修正通过。好，来四一一，我们也是应改成言语，四一一。好，是有改言意哈，那就修正通过。四一二，也是有改言意哈，那就也是修正通过。你们不是已经有当时已经有说明对外说明说可以了吗？对，但是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后来不是已经有说可以了吗？对，我们可以，我想说用公开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提供给委员。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的名称，在整个社会也引发了很多的一些争议跟一个，所以你就变成是说，好，不是公开了，是提供给我就对了，提供给委员可以，好。但是这里面有各自的问题哎。好，不是啦，他是说条件跟资料来源没有各自。哦，那可以接受，因为如果里面有一些各自的问题，说哪些为什么哪些人被注记，哪些人没有被注记的条件。我不是那些人的资料。对，我知道。那在只是跟委员报告之后，这时候再提这个名词，恐怕在社会里面，哦，大家都蛮敏感的哈，哦。所以提供给委员相关的条件什么，我们直接提供给委员。好，对的，不，我请教一下，现在万华注记有没有把它取消？取消，那已经取消了吧？取消了啊，那已经取消了，已经取消了。麻烦以后啊，像类似这样子啊，这种。让人家心里感受很不好的注记啊，你们要做这种决定一定要小心的，啊，好不好？以后这种事情麻烦不要再犯了，可以吗？好啊，好，委员报，当然我们可以很谨慎的办理这件事情，不过他有时候他还是如果到达一定的风险的程度的时候，其他地方也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但 我觉得你要做这种决定要跟社会当地的人充分的说明沟通，免得是我们很多的朋友住在万华，但心里都很不舒服呢。你懂我讲的意思吗？我知道，当然我知道。他好吧，好，那我们就看四一三。四一三有没有意见？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四一四，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包院长，包院长。
司仪室哦，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请教部长。部长，请教一下啊，因为当然这个司仪室的案子是讲的居家的快筛试剂啊。那由于你现在已经要开放民间来做这个检验，民间的实验室，因为现在的 PCR 的量非常的大嘛，对不对？所以说，因为卫福部在这个价格里面哦，还是规定5000到7000，所以价格非常。没有，我现在不是讲快筛，我现在讲假如 PCR 的部分。那你 PCR 的部分，因为你现在要开放这么多民间的实验室投入，而且它的量会那么大，我真的想要请教卫福部，为什么不能让这个定价更有弹性，而要定的那么高？因为你原来的政策是你没有鼓励所谓的广筛、普筛嘛，所以你把价格定的这么高，但是你现在要开放，你应该把这个价格降低，让民间的实验室，因为我相信它的费用随着数字的增加了以后，它的费用一定是降低的吧，它的成本，所以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民众负担这么的重啊。对，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现在只有定公费的价格了哈。那个自费价格其实是在医院或医院所在地方政府去核定的。那我们最后有建议他，就是说不要超过那个上限。所以你现在的还是5000到7000嘛，对不对？公费是三千。公费是三千。我们公费定。那所以那这样子，我又觉得更离谱了，为什么？因为你公费三千，但是我民众我要出国，我去医院我就要缴5000到7000，你不觉得这样是让我们的民众有这个需求的人要付出那么多的经费，你不觉得卫福部这边应该做一个检讨吗？因为你有协调，是有相关医院费用并没有到5000到7000，因为但是我现在看到的，一天，当说立刻当天取得报告，没有隔天的，我应该这样讲，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所有你现在核准的100多家医院，大概都是5000到7000呐、所以真的你们应该要去好好的检讨，你们有没有必要让这一些医院也好，需要收这么贵的钱吗？这个是本席真的要请卫福部帮我们的民众好好来思考，因为现在出国打疫苗的人真的非常的多，那他们的这种检验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那你还是把这个价格定得这么高，还是你现在的讲法是说，假如开放民间的实验室，他接了 PCR， 他的费用你是不管的。对，他就可以进，他就可以自由市场机制。医疗费用都基本上在地方在那个核价，我们所有的医疗费用都是在地方啊，地方卫生局在核价。没有，他因为合格，他们长期以来的收费标准这样，只有健保的价格是在中央哈，在健保所。那我们这些公费的哈，我们是在我们公那个等于是在中央来定价。那自费的部分，基本上那个就是我们的收费标准表，那个在医疗法上面就是明定，在地方政府里面在审核它的一个医疗费用标准，那有设立一个委员会在审查。好，那这部分真的拜托卫福部再回去检讨，我们再来沟通，对，我们再沟通。好，谢谢啊，不好意思。好，那我们现在看415。415可以吗？哎，这每一个国家在定的时候，哈，都有一个审查审，哈，都有一个标准在。啊，保留，又保留，415保留。那你不去，你这样不用搞419。没有，他到419。好，好，来，这里415保留哈，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263，因为交通部现在他们就剩下一个这一个案，然后刚刚叶玉兰委员的嘛哈，对，A 人的，他有沟通，有好沟通好了，那上报通过，好，那我们就把它通过好不好？好，可以，好，那修正通过啊，让交通部可以这个 OK， 好，可以，好了，是。然后现在是不是可以休息5分钟？我到安吉玛告归远，我要去一下。要从这里开始。他这样猝死25人了，这个明天我们新竹县那边没有人要打，这么晚。
位先进，我们就继续开会。看第四一六嘛，哈。看四一六。好，请大家看四一六。四一六，四一六，我们遵照办理。哎，四一六，对不起，部长。哎，四一六那个倒数第四行，将进货计量可以这样写吗？那，其他数字应该都可以公布，但是以施打计量多少与将进货计量，这可以写吗？可以啊，那什么不可以？没有啦，有些不能公布的啦。没有确认了。没有确认。你公布，等一下没有了，哎。好，我们就是因为你们的约啊，是要写进货计量。哎，部长在答询的时候也都有讲说，譬如说下一波有可能会进来百万计，预先我来说给你们好不好？正式把 A 率你们的订货是进货计量，订货是一千万计 ，COVAX 平台476。莫德纳505，这个数字大家都知道。那个是订约是订约签订合约的数量。哎，你就写这个合约数量就好了啦，没关系了。好，那就这样通过哦。不要写将了哈，就是说进货，我们当会进了，我们就会跟大家报告。好了，好，不要用将。四一七，就要资料了，好，就不要将了哈。好，四一六，照案通过。四一七，就是那个将。将进货 ？No， 不可以删，这是真的，没有，它是416啊。这个都是公告的数字，哪里有错呢？你本来就约都已经定了，预计什么时候来？如果不能来，也要讲个理由。这个将进货的计量没有这。我们订了多少量，我们可以公布，没有错了。就是说订了多少量，这个不需要你讲了，都我订了多少量嘛？因为订的是国际上是你订的，他不一定要如期给你嘛。啊，反正这样，部长，因为他也没叫你什么时候公布嘛，你确定可以进来的时候你就公布嘛，这样好不好？是啊，没有错啊。比方说明天要进多少，你就要公布嘛，你已经确定可以进来了嘛。好，如果用这样通过了，通过了，好了，那就同意哈。你讲这话，我们都算了，对吧？好吧。好，那就通过了哈。张通过四一六，张通过。我向大会报告一下，320哈，刚才320林义华委员提案的，那原来是保留，那现在柯总召已经签名。那就通过共同提案了，好，来旁听了，就共同提案，就三张补助了，好，来，请看四一七，那个两个证还没签，请问我有签字吗？他说签，好，好了，要提签，那就谁发给我们看吗？看谁要拿去签的。还用这一堆人拿去来签嘛？十三省会议，来四一七。就是放宽机制，3+10。卫福部417的意见怎么样？417我们的，好，就是我们有相关的有会议的，那我们这是没有录音档录音的记录。好，那就保留是吧？柯总召建议保留。保留了。好，保留418。418我们这个。在这里面要用全程的直播，恐怕让这个专家委员会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保留，保留啊，保留。19，来把应改延议。19已经有改哈，在这里，在这一章，那我们就修正通过。来，那个政委，来，我们看，他没有来问过我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有了，对的，延议了，好不好？好，医护的家属了，那就修正通过。好，420。这我说你不要了吧？谁不喜欢真实姓名？这个不要了，我看。好，保留啊。保留啊。好，保留。我很想知道啊。421。习近平了，我现在告诉你。我都不知道那个。请大家看这一张哈。习近平那么熟。421，白色的这一张。421，我们想改一个月，所以
对，那所以四二一就修正通过，没有意见就修正通过。一个月也太久了吧？啊？要改四折？不是，你本来就是其中分析呀、啊，你们自己都讲是其中啊，不是二期完全呐、啊。好，那我们是不是改成两个礼拜？好好，四周好不好？两个星期，两个礼拜啦，两个礼拜啦，老柯，两个星期啦，那两周啦，两周啦，两周内啦，好，那就修正通过四二二保留，这是填充题是吧？保留了，保留了，四二二保留，四二三，请大家看这一张。好、哦，这他有送来哈、哦，就加原意。第一句话。都那边有加一个字。好，好，那没有意见，四二三就修正通过。好。四二四，保留。重新检讨国产疫苗采购价。保留。啊，保留。四二五。在这里面，我们还是保留，四二六，保留，好，保留，不帮我们讲了，四二七，四二七，请看这一张，再留，哦，这一张 ，OK 了，好，那就延议哈，加一个延议，所以延议，四二七就修正通过，哎，我还没有说通过哎。我还没看到、啊，还没有看到。你念伤紧啊！延议免费了。哎，这个院长，你给我们这个影印本都看不，你看你拢咧，那是影印机拍下，咱提案的倒数第三行。三啊，你把这么强，哎，什么要看哈、啊？都漏机咧，哦咧，一片啊。不好意思，太淡了。我说说我咧。好，设计要让他延议吗？好，改延议哈。好，可以修正通过。四二八是有修改哈，在这个白色的这个哈，有修正的话不要了，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谢谢。没有了，四二八，了解国内有相关的专案公司，那我就按照你们这个修正了。好，四二九报告，谢谢。四二九，六块三，比六块三，联谊啊，联谊，刚才有吗？啊。就加延议嘛，哦，好，那就通过是吧？没事，好，四二九，加延议，不早等一下吧？修正通过，延议编列相关预算，然后延议嘛 ，OK 吧？如果这个完全要费用，这个费用是会非常的高，所以叫你延议啊。好好，延议啊，我们大概是有限范围的，在我们在这个哈，所谓检验有必要的，我们再尽量用公费来办理。好，好，四二九延议就修正通过，四三零，也是延议扩充，是白色的有了哈，请大家看白色的。好，那就修正通过。不是你们现在不是以你那稍微等一下哈。部长，我请教一下哈，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每天 PCR 的检验能量大概是多少？八万。我们现在达到八万多，那每天现在大概都四万多，将近五万。好，好吧，那就尽量到六月底以前呢、啊，希望能扩充到十万，好不好？哈，没有了，好吧。是会上升，但有没有把握说一定到？不过应该是有可能性的哈。那部长，我请教一个哈，跟这个有关系的哈，就是这个快筛跟 PCR 它中间差多少啊？准确度差多少？快筛，对，快筛大概比如说准确度的99%、95%啊，90%什么之类，大概这样。PCR 要不要 ？PCR 对，快筛跟 PCR。我们请那庄副长说明一下。PCR 它的准确就是它的敏感性哦，快筛大概只有70%左右啦。97%。七成敏感度，敏感度啊 ，PCR 基本上就99%了。PCR 我们把它认为是黄金标准了。OK， 好，好，好。北沙的布还有布，对了，对。七成有没有八成？最高世界有到九成，对不对？有抗炎，有抗体啊。好，那就修正通过。等一下，是那个四三零哈。四三零哈，如果你不能在六月底前达到的话，还是你给我一个时间，譬如说七月之前，
十万的 PCR 检筛量了，因为你说已经不远了嘛，没有很困难了。或者是你跟我讲说哦，六月底前几万，或者是你压说七月底之前每日十万次。不要延议啊！你这没有什么好延议的、啊，就只是扩充 PCR 检筛量在。这还有医疗能力的问题啊！不知道啊，所以加他的能力是什么时候告诉我嘛？就有道理。现在是八万了嘛，对吧？我们一点点而已。以防万一，万一不幸有另外一次，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能量嘛。没错。也是给他们一个鼓励，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压力。而且尽量也有。所以你告诉我十万，中型的话，十万的剂量那量，监测到哈，大概什么时候医院来配合，医师来配合？这怎么？我刚刚是这样讲，问那个陈部长啊。请教陈部长嘛，十万到什么时候可以达成？七月，我们来努力看看。七月好，七月底，七月底了，七月底好不好？没问题的，没问题。七月底之前，讲个时间就好。七月底，那不就很漂亮吗？对啊，便宜了，如此而已了。七月底，我们努力看看嘛，啊。对呀。啊，月底看七月。好，那这样就延议就不用了。不要，他六月就六就改七，七就这样，哎，可以，行政通过，七的改八了，就是好，四三零就通过，再来是四三一，四三一保留，四三二，你没看见吗？哦，好，也是保留，保留了，四三三，哎，遵照办理，通过。三通过，来进了。那四三四遵照办理，好。四三五通过，遵照办理。四三六，我们是不要送验报告，上网公开。啊，再进了。好，四三六这样是照修正通过，直接上网公开。这一张可以修正通过啊、哦，修正通过。好，上网更好了，上网好了，嗯。本来就有四三三四三七，四三七遵照办理，好，照样通过。四三八遵照办理，照样通过。四三九遵照办理，哦，四四零遵照办理，好像越到深越好像越快，对，有志一同了。好，四四一遵照办理啊，四四二。我们是不是可以免提改善报告？好，喂，修正通过哈、哦。好，我看了就修正通过。好，四十三遵照办理。哦，好，照样通过。四十四遵照办理。哇，洪委员都遵照了。好，我提报告。四十五。是，遵照办理。过了，见请的了。好。四十六遵照办理，四十七遵照办理，之后四十八，这个是不是可以跟早上的相关的案子有关于这个第九案嘛？哈，好，就照第九案办理是吧？好，变到第九案，好，变九案摊库。好，四四九，遵照办理，好，四五零遵照办理，四五一，四五一是不是暂准开放的时候，我们是延议暂准开放？有加个延议了哈，这一张加个延议，所以我们就修正通过。好，四五二遵照办理，好，四五三。这个要做这个到货期程等等的，这恐怕到目前我还是会。四五三应该是跟刚刚四二八是一样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政府也在跟 Moderna 积极的说要代工嘛，他就是说，不要到货这些，他都会有一些商业的机密在，好，那就不要书面。四二八怎么样？就是一样啊，都是这种。没有，它主要是这个到货期程了。把那一周内其实都卖掉就好。对。
那我去。好。没有没有，这个就保留了，保留好了。要保留就保留，保留。四五三了。四五三保留。哦。四五四。编列一张叫延役。补助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等一下，部长，等一下，这个是不是不用再延役了？因为这个就是要给他额外的医护人员的住宿啊，他这个很正当的理由啊。对，这就是说有，但是要怎么给？要怎么给？你有住就给，那个、但是这样等等的，我们也许也会找一些的合作的旅社，给多少钱，然后提供一些、啊、可以来居住、这个，但还有一些居住的条件要件，我们必须要演绎，都要谈的啦。好了，这个有困难，其实我们 也已经在开始在做了了哈。我可以介绍，我可以报告一下了。因为最近我募了大概600多万给6个医疗院所各100万的外宿补助，每个医院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他是补助你自己去找，有些是统一去找饭店，有些是住在宿舍里面给你所谓的津贴，所以很难定出一个标准出来。那这个时候要卫福部去给他一个标准，然后各去申报会有困难呐、啊，所以请卫福部研议了，好不好？没有，就是说研议就好了。就是说，研议去是不是可以来编列相关的预算？不要说只是预进行的，好不好？编的来做。来，修正通过。好，四五四修正通过，四五五。我们就是改研议，然后也希望不要有，不要有书面报告。这一张，好，我们修正通过哈。好，四五五 ，OK。四五六，遵照办理。来，陈嘉文委员有照案通过的哈。院长，不好意思哈，四五六，我想请教部长，为什么现在之后就不公布那个县市的这个施打的状况的进度？有，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一定的时间哈，但是现在施打人数，县市人数我们会在一定的时间去公布这县市别，好，因为在这里面，其实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县市一收到就开始打，好，那有一些县市才在准备，但是我们规定的日期是4月15号。好、哦，那如果现在它会有一个变动的数目很大，好、哦，那反而引发着县市之间的一个哈、哦、居民的一个不满，好、哦，但是问题是为人先为人凹嘛，哎，起头不一样，这样公布的时候反而，所以起码只公嘛也公布了、嗯，因为张 CDC 的说明是说不会公布，是说还是会公布，但是就一段时间之后，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好、哦，你要刚讲哈，迄、哦那个。对县市长的压力上大啊嘛，唔好。好，请看，就照案通过嘛，请看47。是啊，457哈，我要说明一下哈。457这个 EUA 审查基准、疗效评估基准都没有公告，那没有公告，你到时候你 EUA 通过的这个药品，你没有核可，你也没有法源。他到时候这个药品也不能许可，那到时候国人怎么打这个国产疫苗啊？所以这个问题蛮严重的，不是保留就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请卫福部讲清楚。你当初你6月10号去公布，你去公布哦，你不是公告哦，你去公布这么重要的基准，你卫福部公告的基准一堆，你为什么这个基准不公告呢？这个然后又叫你公开会议记录，也不敢公告，也不敢公布，也那我不知道我们执政党为什么要去阻止说这个东西不让他们公开上网。那我公开上网，我先问清楚，你这个评估基准你至少要公告，然后未来的这个你国产疫苗你如果通过 EUA， 你要去定一个行政命令或者是作业办法，你要到时候你这个药品也要有法源，说到时候有核可或者是许可的法源。我相信国内到现在没有一个疫苗是国产的啦，那现在都没有法源，你现在怎么去审查呢？国内也有国产的疫苗哈、哦，我们在上市的吗？有哪一个是自己经过这个？最没有就是我们的流感疫苗。你经过特定药物专案核准制造？就是、疫苗。对，我说，请问你现在有哪一个疫苗是经过特定药物专案核准制造的？有吗？流感。
没有经过这个法律输入办制造办法去合格的疫苗吗？就是说这是因应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那才有这 EUA。 是啊，所以到现在没有啊。台湾台你认为没有吗？是有感觉是这样。那现在没有，因为 EUA 去通过，未来有国产疫苗，所以你现在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这个不能保留啊。比较大的一个公共卫生的事件，我的意思是说不能保留这个提案。那这个这样一个弹性一定要保留了。好，第二轮再回来讨论。那你要有回答，也跟委员第二轮再讨论吧。这个不能做啊。第二轮再讨论，请大家看四五八。院长不好意思，还有一个四五五之一啊，跳轨啊。还是四五五的修正通过、啊？哦，对，我们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四五五之一啊，没有啦，这个有编进去啊，从哪里长出来的？哎呦，后面的，后面刚刚处理，最后啦，还是说最后处理？哦，最后再处理、哦、，OK， 刚刚解读吧。好，四五八，四八的意见怎么样？四六一，好 ，OK。修正通过是不是？可以通过吗？来，这个也删掉规划报告。哦，好，同意。好，同意。四五八修正通过。四五九，四五九。书面报告。这个书面，这实际上有困难吧？对所有的人员、里长、国军进行心理健康调查，这有是我们大概先要来做这个全面的调查是有困难，但我们现在我们还是会提供很多的一个心理諮商的管道，好、跟相关的服务，好、现在是小大家的心理能够做相关的稳定。那如果要做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在目前来讲，恐怕我们在人力上面会有不足。我可不可以建议具体文字了哈？就是第二段倒数几个字，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这几个字拿掉。那这样就是说，对那些人员提供明确心理支持设施，这样可以吗？措施。可是我觉得我们卫福部针对我们现在公卫师，公卫师的开始，有这些公卫师人员嘛，那刚好我们可以来征召这些，或者是聘用这些人来做这个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相关的这个工作嘛？对，现在的公卫师当然是有一些好的人力，他们可以去训练心理卫生的心理状况的心理健康的状况的调查，他还是不是他们的一个专业。那况且现在公卫师的考试还没有进行，好来。那先研议嘛，哈，先研议，未来还是朝这个方向，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很苦闷嘛，哈，因为这个每天戴着口罩啊，然后大家是这个又不能上班，不能工作，很多没有收入，所以这个那你就研议修正嘛，是希望能够还是重视来研议嘛。对，因为研议一下，会研议，那不要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那提供心理支持措施。然后不用报告，你们可以做的先做了，好不好？好，研议，然后报告。不要研议啊，最后一个拿掉了。第一轮先走完，好不好？也不做。第一轮先走完啊，再回头保留下来再讲，好不好？就是用研议，然后不要报告。对啊，讲好了。那个状况调查，心理状况调查划掉了。嗯。那这样是吧？是修正通过吗？修正通过，好，那就修正通过吧。好，那就文字你们修正。好，卫福部啊，要把文路修正，然后送过来哈。好，那就修正通过四六零。主席不好意思，因为刚刚我刚好出去一下，跟文化部谈，那个四四九刚通过，要谢谢哦。不过要确定一下，就因为事实上本来我们都知道，里长的角色他本来就不是说只归在民政系统了。我们一般来讲，地方的乡镇市，四五九就照你的通过，通过了。确定说以后都会通知，就里长会知道哈。我已经通过了，因为之前照你的通过啊，因为以前的部分没有，所以我要确定说他会这么做哦。好，那个部长要确定一下，因为他们现在里长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呢，有些事情像打疫苗。打疫苗就让他们帮忙。已经照你的建立健康通过了。OK， 好，谢谢谢谢。那个，但那要请卫福部要照办，好，谢谢。那每一个人照办通过都要再发表一下言论，然后再照办再。四六零。不是，不是。
不应该这样搞吧？那个反正哎，四六零，那要那了，好，四六零，相关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保留。没有没有没有，这为什么保留？四六一一样嘛，这我们一样的，第二轮再讨论。院长院长，这个要讨论一下这个。这个为什么保留、我们就有意见保留，第二轮再讨论了，好不好？他现在就有那第二轮不同的意见，好，有不同意见啊，就第二轮他回头来的。好，四六一，遵照办理，好。四六一，我们有修正文字嘛，哈、哦，有早上有第一个。啊，没有，就是一样啊，就是叙述，就照你们，照陈嘉华委员一样子通过啊。就是没有，我们早上的时候有第一个修正的文字进去，真的说大家没有看到，现在就照你的通过了，赵元安通过，好吧，好吧。如果有请您补送到赵元安通过，元安通过。好，赵元安通过四六一，陈委员啊，这个有照你的，好，谢谢。好，四六二。遵照办理，好，也是照案通过。四六三，保留。四六四，等一下要讨论哦。好。四六四，保留。四六四，保留。保留。好，四六五，保留。四六六，保留。四六七，保留。四六八，保留。四六九，3书面报告。好，是修正通过嘛？好。四六九修正通过。四七零，两周内，那也3书面报告。好，四七零有修改，就看这一张哈。好，那我们就照这一张修正通过。四七一。且我们在2周内改成尽数，四七一也有修正，所以就修正通过。四七二，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哈，早上这个卫福部编列这个3亿2900万的这个加强多元管道卫教宣导跟防疫的咨询专线哈，这些宣传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说之前行政院各部会相关的政令宣导的预算哈，有一些拿来做政治攻防跟这个梗图的这些问题哈，这个界定不是那么明确，所以我们要求这个行政院应该要主动要求卫福部在这个款项上专款专用，不得留用于其他的项目，并且要求卫福部针对宣传的相关经费哈，于3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给立法院，这部分是不是请这个部长来回应一下？这次的提案你们都没有来沟通啊？保留了，立祥，没有什么好保留的吧？这个专款专用应该很容易吧？专款专用会有困难。这表一当时就整体的一个保留的经费，事实上现在好相关的经费在留用的可能性是蛮高的。好，也在这个上半段主要是因为疫苗的专款专用嘛。哈。传费用了、哦，这笔条例当时就开了一个口，就让他有这种。提出书面报告有没有问题？好，怎么样？意见不同，保留了。好，意见不同，保留。部长没有回应呢、啊，部长回应一下、啊。干嘛保留？刚刚有一个案也是一样啊，没有那个疫苗的专款专用。你要求的对象是行政院呐、啊，卫福部怎么帮你回答这个？行政院代表，那行政院说一下，那个特别条例有时候经费可以留用，刚才有委员说疫苗的重要性，所以不要留用的，我们也尊重大院的。前面其实有一个387案也是这一个。以及那个所谓的信用保证，我们也尊重委员的意见啊。但是什么东西都不留用的话，就跟那个特别条例的那个立法精神相违背。这不是保留的吗？387的决议。387没有专款专用啊。前面如果已经有提出面报告，这个还是可以。387没有专款专用啊。这可以回到那个预算法62条之1啊。就不会了，不是回到预算法立法就好。立法就好了嘛。对啊，那个立法是郑文忠提的。不是，你要文字。修正可以，但是387一样，刚刚部长也同意嘛？那我们大家也都同意，387既然可以，你这个四七二也不应该。
该保留啊。本来我们是保留，后来是同意。哪有内容不同？哎、欸，三个月内提报。你给你看一下，好不好？没有，这里面赶快。所以我刚刚讲的说，你文字可以修正，但你没有必要保留。三八七是好，就是说提供自办委办的预算、啊、提成果，这跟留用的情况不一样。好了，我们就第二轮再讨论好了，先暂时保留。第473。喂，那个，欸、不，那个院长，不好意思，我们472的部分、哦欸、我们可以把这个倒数第三行哈、哦，这个原此要求行政院应主动要求卫福部专款专用，不得与留用其他项目这个删掉哈、哦，要求这个卫福部针对相关宣导的经费于三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好不好？我们就针对卫福部的部分，这样可以吧？好不好？部长。好，那我们就我们好接受一下，我们同意。好 ，OK。啊，三个月可以了，很长的了，快点啦。通过。好，快，专用的不拿掉了。修正，修正，修正。好，来。好，那就修正通过了。好，来473。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这只是原则性的。要保留了，不，这奇怪的说法，保留了。好，有不同意见就暂时保留。474，遵照办理。通过。好，照案通过。475，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476。475。475，等一下。475，等一下。啊，我对的说，会啊，这个够意见。没有，决议是立委在决定的、啊。不会意见参考，讨论一下，好不好？再看一下。七五，我看一下好了。要召开公听会，还有相关的程序。嚯，阿维萨利，我们写个嚯哎、欸。对啊。召开公听会，这里有个嚯啦，嚯不公告一下，程序及标准，公告周知。可以啦，拜托你。那可以哈。哎，那这个有没有公听会、啊？我都不归案。嚯啦嚯啦嚯啦！不要开，可以啊。好，475就召案通过，476。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477，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478，遵照办理。同一各县市异业同庐。好，没有意见就照案通过。这可以吗？对，这里面我们当然是会，哈、哦，当然说如果能够，哈、哦，就是说。把这个，这当然我们现在也正在做了哈，正在做，正在做，改善了啊。我们会在整个里面，在开始使用的时机，会针对，啊，全体的开放，还好啦，我们来做一些检讨改善的检讨改善，这根本就是做文章，你要跟他定。好，479，通过，是遵照办理。OK， 好，全通过。主席，不好意思，哎，没有，换我播一讲。主席，不好意思，刚因为394的部分，因为修改好像那个录音没有听得很清楚，所以是不是394？394案。394。就刚才讲到那个建议或指引那个部分，好，那个因为刚刚说录音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是不是再把文字念一次？就原要求卫福部公开医疗院所各类人口适合施打新冠肺炎厂牌之建议或指引。就这几个字修成这样，没有，我是觉得要公开啊，因为提供是提供给谁？公开的话就代表是让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建议或指引嘛。嗯，所以是公开。那把那个这部分应该没有问题。针对各类不同体制的国人那个划掉。对，那几个都划掉。那但我觉得起码针对像三高啦、年龄啦、孕妇等像这种，总是应该要公布嘛，哈。所以就是刚刚讲那几个字划掉就好了。那把提供改成公开。以上，谢谢。394，394，是的，对。公开就公开。刚刚说录音不是很清楚。院长哥，先进了。说一次，谢谢。我想卫福部差不多结束了，我想请教部长了。刚才因为提到说七月底要拼10万剂的那个快筛剂哦。不是，皮下了啊、哦！没有，我跟这有关系的。快筛剂现在你们是都是买国外的呢，还是买国内 local 的？能不能请教一下？快筛剂目前来讲，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也有。一粒大概多少？
一半一半还是四六还是七？那看不，那看那个国内的价格，大概介于多少多少？这个费用，这个不是机密吧？啊？四十几种，因为一开始是。那你们买？国内有很多的厂牌，那当然它里面在使用快筛，大家每个医院采用的。我是说，因为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这个朋友啊，他在看我们的整个直播，他说这个东西。他觉得说他买的便宜一盒，就几差不多几十块的样的哈，他买的便宜，他今天来问你到底。不要在这里谈好不好？不是这个是选民的反应呢、啊。啊，选民的反应能蒙解开没事的。我利用几十块，我真的是无听的，这个计小，一支几十块就计小，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过。明白，讲唔对，一斤明白啦。一斤零八了，一零八了，五颗零了，零八差不多了，五颗零。那他们更小了，拍谁了？那快拐。那这个不是机密，这个你不是机密，你到药局都可以买到，拜托。不同的价钱。现在你是管制嘛，对不对？你是。老百姓可以直接去买吗？没有管制啊，没有管制、啊。在医材商、药局都可以买啊。好，文化部，好来。好来，好，接下来换文化部。哎、欸，不，还有，有一台五四一，还有吗？有五四一，五四一哦，文化部，哦，还有一张，还有五四一啊，本来五四一哦，好来，有五四一，最后导出第二件，五四一，五四应该没问题吧？他希望把李林长这个哈社区巡所队员环保志工纳入疫苗优先施打的对象。建请啊，建请。那这我们会来研议办理，我们遵照办理。好，那这个就照样通过了。这个怎么样？照样通过了。研议了，研议了，照样通过了。这个、本来就写研议了。好，通过。好，照样通过。通过。好，五十一照样通过。好来。啊，这样，这样，这个连不？还好你哈。好来，不然就我们就换文化部了。好了，文化部了。这个陈时中部长也很辛苦了哈。院长什么时候第二轮呢、啊？还要等一下才会第二轮。好来。文化部，好，开始，480案。好，谢谢啊，480案哈，是不是可以改成主决议哈？好，主决议的修正文字哈，已经有给各位委员还有主席哈，那个，那这个也获得赖香林赖委员的同意。那个院长，我们这边同意改主决议，但是那个建请的部分把那个建改掉好不好？删掉。好，建啊，就请文化部好不好？好，好。好那改为主决议的文字修正通过。好，好，谢谢。下案481案，遵照办理。照样通过。闭馆。谢谢。482，遵照办理。好，照样通过。483，遵照办理。照样通过。484，遵照办理。照样通过。485，遵照办理。照样通过。486，四八六是不是可以有文字修正哈？就是倒数第三行哈，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哈，就按照修正通过。好，谢谢。照你们修正的文字这样通过。好，谢谢。所以就修正通过。好，谢谢。好，487，到案办这个遵照办理。好，照样通过。488，遵照办理。好，照样通过。489，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490，遵照办理。10:30结束了。490是在491有修正，有修正案在这里。有，不再有文字修正过啊。是，那个，哎，这个院长主席啊，这边我因为我是提案人啊，我有一些话哈、啊，这个因为文化部的修正内容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可不可以请主计长啊？把本席的要求带回去，因为今天行政院没有派秘书长、副秘书长来嘛，所以这个部分想要拜托主议长来跟行政院反映啊。因为我想每一个部会啊都有它不同的性质嘛，
话，当然这一次艺文界我们文化部提出来是八个月，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行政院来做各部会的一个普查，有没有他其他的部会里面也有特殊的行业不是三个月应该更长的，你们可不可以请行政院整体的去通盘考量，去找出来每一个行业它有不止需要三个月的，类似艺文界要八个月的或者要六个月的，可不可以请行政院来做一个通盘的，我要有个怎么样，对不对？对，像医疗院所我们就到明年六月，对，所以这个部分因为这一次的确有一些误会产生，那我们不希望发生，所以我们希望行政院在这个部分来做一个通盘的整理，好不好？谢谢。好，行政通过，我们去看四九二，照案办理。好，照案通过。四九三，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四九四，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四九五，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四九六，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四九七，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四九八。四九八，这方有修正，有修正通过啊，就照这一张。但我是也是要拜托一下，就因为其实艺文团体也有很大型的艺文团体哦，可是呢，我们在相关的银行的贷款的部分相对都会比较困难，所以请文化部跟我们相关，包括金管会、财政部，请多多的协助艺文团体，因为呢，他们这次因为受疫情影响，不像说餐馆还可以转外卖等等，有一些变通的方法，艺文团体没有表演就等于是完全就没有收入，所以这个部分请能够支持我们这个就相关的银行贷款部分，能给这些大型艺文团体多多支持，谢谢。对啊，差不多10:30应该就结束了。好，十点半就结束。谢谢。按照修正通过，谢谢。9:30。好，这文字修正，好，谢谢，好，谢谢委员。499，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450、500，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501，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502，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503，遵照办理。照案通过。504，遵照办理。照案通过。505，文字修正啊。好，修正通过。好，谢谢。好，505就修正通过。修正这个也提案委员也同意了。506，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507，遵照办理。照案通过。508，遵照办理。照案通过。509，509是劳动部的。你把这一段话念出来。好了，我还不到508的。对，你整理出来到507号文化部的。文化部到508嘛，哈，到508对，到508，针对审查报告第八款，文化部主管通过决议第2、3、4项决议建议策案，提案人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郑立文，就这样。好，第几了？报告，审查会原来不，审查会通过的，对啊，好，对，他是案的，好，还有没有？文化部还有没有？文化部没有了，好，没有了，好来，好，谢谢主席，谢谢各位。现在继续劳动部，报告主席，是不是从刚刚那个395开始？对，395，院长。好，来，395。报告主席哈，395这个案哈，有困难，因为那个其实那个院这边已经有这个孩童家庭防疫补贴哈，那这个也有照顾到劳工身份的家长哈，那以目前的预算也没有办法再容纳得下这个部分哈，所以是不是？好，你有修正嘛，对不对？改延议就好了。对，延议啊，不是改延议了吗？啊、对了，你要改就照修正通过，这样可以吗？可以了。对啊，同意同意。对啊，对对对对。好，就修正通过，意见就好了。延议了哈，就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啊啊啊、就
不修弄过就不必讲讲太多，讲太多好了啦。好，耐心来也无多。好，好了，再来。那509希望免予冻结改为主决议，然后那个书面的部分哈也能够删除。509啦，好，509怎么样？好，同意。好，修正通过了，谢谢。那510决议嘛哈，是对。好来510也是改组决议，然后删除书面报告。好，修正通过。同意。好，修正通过。哎，五一也是一样，改组决议，然后免予。好，决议修正通过。五一二，五一对。那五一二哈，因为这个部分我们改延议可不可以啦？延议哈，请延议了哈。但是我要要求延议了，因为我想我们每一个委员都有接到，就是被乱接的人，要求延议了，对，被卫福部、被劳动部乱接的人，所以我觉得要要求延议，就一定要延议了，好不好？劳动部要求延议可以了。好，好了，好，是五，你现在是五一一，对，五一二，五一二，五一二按五一一嘞，纠正通过，五一也修正通过，对不对？对对。好，五一二修正通过。那五一三，那五一三是不是改成请哈，请延议延议了哈，请延议了。好，你修正通过。五一四，五一四也是请延议。好，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五一五。五一四我没有同意用延议的方式，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保留现在的方式，就是希望能够。那就保留了，保留了。好，保留。那五一四就保留。好，五一五。五一五也是，是不是改成延议？延议了，好，部长，我们还是保留了，保留吗？保留了，保留了。好，五一五保留。好，五一六也是，改成请延议。这一定要延议的，好。好，保留。保留，好，保留，好，只保留还是可以吗？保留啊，他提案人要保留了。好，五一七。五一七哈，就是删除那个书面报告，两周内后面这一句删除了。从两周内后面删除。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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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同意。好，修正通过。五一八，五一八哈，我们是不是建议修正一下最后一行哦？五一八老快了，推案了，推案就好了。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这样。因为前面有一个改了，这个跟着改了。对了，就是尽速订定哈。给予10000元生活，来修正通过了，生活补贴之纾困，修正通过，好，好，五一九，遵照办理，好，遵照报，照案通过，520，遵照办理，照案通过，521，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522，延议啊，延议，好了，好 ，OK， 好，修正通过，523，请延议。延议，是延议，修正通过。524也是延议，好，修正通过。525通过了，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对，然后524五二六，五二六是延议，好，修正通过。那后面那个提交报告是不是可以删掉？好，修正通过哈，526修正通过，527，527也是，只要加一个哈。好了，修正照案通过了，平修正通过了，好，好，修正通过，好，528哈，照案了，什么照案？又过几年？没有了，就按照你那个是一样的啊，就严厉的话，照严厉的，没有了，跟你通过的案子是一样的，跟你刚刚通过那个案一样的。报告主席啊，这劳动部啊，他这个。按照修正通过了，劳动部现在都没有来沟通，他就直接这样子弄，我的案子他全部都直接给我改延议延议延议，他也没问我，他们都真笑，他把门当熟了就对了，你们的都可以过，我的就延议，我们都是延议啊，不是啦，怎么可以这样啊，你起码要说个道理出来啊！哪一题啊？哪一题啊？你看，二是就三通过掉了，好不好？不要再演绎了。你看，五二就请嘛。来，五二三也照你案子。你五二四，我说请劳动部五二四，我请他纳入109年的嘛。我们就延议纳入啊，就是加一个，对不对？好，然后五二三，那请劳动部取消这个限制。那你五二五有通过啊？
不会，我们是。那、啊、你那个修正只是加两个字，那两个字得算是通过哦。不，我没。报告院长、啊，主席，他们都没有来沟通啦、啊。他就直接这样搞，那、我们看了当然不爽啊！你真的没有来沟通啊！我在这边坐一天啊，你要来找我嘛？来，你自己说了就算。好，以后还是要通告。我很少在那边发飙、啊。院长，我们是不是院长？我们我真的很理性、啊，非常有道理哈。以后还是要多沟通、啊。他的案子523，好，524、525，重新讨论，好吧？不是重新讨论，不是你没有，重新讨论通过嘞，那已经通过了啦，那已经照案通过就好了。你基本上你要讲出照案通过可以哈，不可以什么加上两个延续就让它通过，重新讨论行吧？好 ，OK， 好，好，那现在是523、524、525是通过了，通过了哈。没有没有，那个是照原案还是照修正？来，是修正。部长，你523、524你要改延续，你现在说个理由。好、啊，那没关系，就照原来的，对，好，照原来了，照原来了，不再修改了啦，好吧，好，不修改了啊、哦，好 ，OK， 好，523、524没有增加延役哦，决那个决议是通过、哦，照案通过，523合理了，523照案通过，524照案通过，525照案通过，好，这样。合理的，你都会写的这么好，528写的照修正通过，很好啊。528按照修正通过，对。529，延役了。修正通过，好，又要延役了，可以了，通过了，修正通过了，修正通过，530。延役了，这个要延役了。好，也是修正通过，延役，530。要延役、哦、要取消门槛，这个要延役啊，好不好？好，修正通过532，通过，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好，好，533，照案通过，534，好，那就修正通过。他已经建请了，你还不会了哈？建请还要延役，太好了。报告删掉好不好？好，建请了，那报告删掉就好了。报告删掉就好了，好吧？把它延续，已经有延续通过了。好，建请的建要不要？就请啊。好，请了啊。好，把建名去掉了。好了，好了，把建名的建拿掉就好了啦。好，随便了。那修正通过523、524修正通过535。没有。好，这个好了。好，那也是修正通过啊、哦。536。536修正，给予10000元修正，刚刚有针对我。啊，这是10000哈。那10000哈。好。那变钱就好了、啊。没关系，不就一样的，好了。好。好，修正通过。好，可以接受。好，来537。通过。遵照办理啊、哦，照案通过。538。三行哦，改两个字就可以，且因符合。改成且。那个且因符合哈、哦，那个符合改成考量倒数第三行。好好、嗯、好，那就修正通过。好，好，谢谢。好，修正过啊。好，接下来环保署。好了，环保署已经坐在那边。好。539环保署的意见怎么样？通过，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好，540通过，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541通过，已经处理过了。52遵照办理。通过。好，照案通过。好，来，队长，开。队长，那个，我代表国民党团，我们要讲两件事。好啦，请。其实今天早上从九点半呢、啊、到现在，大家都很辛苦了，所以我建议啊，我们财委会的同仁也很辛苦，对，他们今天晚上可能要连夜加班，连夜把还剩下要处理的资料再整理出来。第二轮呢？所以我在这边建议，明天早上9点半我们再回来协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明天早上。
也要请卫福部给我们一个报告。我们打 AZ 疫苗到目前为止，全国死亡27人。我跟大家报告，全国死亡27人。针对这个，现在每位选区的委员大概都会接到我们选民的询问，要怎么处理？要不要继续打下去？27人是非常惊悚的一个数字，所以麻烦主席也责成卫福部部长明天早上一大早先来给我们做一个未来应应的报告，因为全国感到恐慌，好吗？好，大家谢谢你们啊。好，六点半吧啊。那第二轮现在不讨论吗？对，明天再来。明天，那个主席啊，好，我有个意见啊，因为为了这个效率啊，我都替我们老科着想哦。感恩。就是如果整理出来的案子只剩下50-60个案子，就不要再协商，就不要了。这个，我们明天再做决定，好不好？这个我们明天的。本人代表国民党团来讲，明天早上再做决定。现在什么话都先不要讲，明天把案子弄出来再说，好不好？好了啊。啊，民进党团的意见说，等一下，还要先读啊，这要先读一下，不然你们不知道结论怎么。主席，没错，对了，主席，经济部有5个案子都协商好，可不可以报告一下就过了？好，直接过的。协商修正。如果已经讲好的建议，就是念一念了。是是，交给议事台好不好？天哪，嘿。来，好来。已经过了。过了。好。哦，谢谢。不保。那我就先读一下啊。是。经济部的204案，207案，231案，261案之一。261案之2，就是修正通过嘛，哈，是，好，好，回来，稍等，我读一下，这样不然，啊，请大家坐一下，不然啊，无人去嘛，等一下。261之1，那个都还没有念，也还没有讨论，那个这个不通过，这个还没有处理，好，你不要，也没处理，好，所以这两个还要保留。好，那等一下，你先，就这两个案子哈，留到第二。Hello， 报告一下，普通报告一下，经济部刚才讲说261之1。261之2，那这个是还没有讨论过的，先保留。好，就先保留这两个案，先保留，明天再讨论，好不好？好，跟大家报告。好，请大家，那边有影那个相的，您叫你拍片哈，来，嘿，我们要你当背景来，好不？啊，我哪读啊？好啦，我哪读啊？你哪读？来，跟大家报告哦。你们都过了。第一，扁建纾困追加预算案，我们现在已经完成第一轮的协商，保留共编案，因为明天就是临时会最后一天，请财委会今天。请财委会今天晚上针对今天协商通过的内容先行制作好先读本，另外针对今天协商保留共60案部分制作保留本，保留60案啊。二，我们尽量把握时间，希望在明天下午来处理预算案，完成三读。现在我先把协商初稿念一次给大家参考。三，至于针对今天保留部分，是否明天早上再进行第二轮协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司法程序特别条例草案还没有协商，针对该案协商时程，请大家就表达意见，哈。那个司法的那个名证，那个怎么弄？你是找到我那个？好，我们再问你。好，
那我们就协商结论的就念一遍了。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10年6月17号星期四，红楼三零二会议室，议题：盐商中央政府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预算第三次追加预算案相关事宜。决定事项：一、协商通过内容及保留部分如货物，由财政委员会整理，依照联席会议审查结果通过，送过党团确认后，于6月18日星期五中午前送议处处。二、本案于6月18日星期五院会进行处理时，非保留部分先读后经予以通过，保留部分经暂予保留。保留部分进行处理前，由各党团推派代表各议员发言，发言顺序依时代力量党团、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为3分钟。发言完毕后，各案均不再发言，即依保留部分案号依序处理。保留部分党团版本之表决依散开党团序进行。三、各党团同意本案以本次临时会完成三读程序，并不提出复议，本处协商各项提案均予以刊登公报记录。好，就这样。大家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第三条我无法接受，把第三条划掉，把第三条划掉。明天再签完，想签的就签。没有想签的，想签的先签。划掉，其他该签的先签的，你不会签就不会签。先签，明天再签。那签，那回家。不要，那签，那你签。明天你不会签，明天。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处理好，啊，都是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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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签的话，签的呀。啊，我签的呀。啊，你该外调分签吗？不能嘛，你起码一水都卖位啦。太毁掉了，都签了，但是这个看到签了，看到。因为总照有66，谢谢。好，那请大家签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什么。陈演跟那个显字，陈演还显字要签。OK 了，就这样，还签了个后边的，发完了不是有签？那明天是9点半吗？9点半。9点半在这边吗？302，302。9点半，302。
Thank you.